但这个没有转 key。 Hello， 大家好。Hello， 晚上好啊，看看你们好啊，看看入了来没先、哎、嗯，我入了来了，是的，没错，没见到添。嗯，那你慢了一点、哦、好了，我分享埋去出来先。诶、哎、哎呀，糟了，今天什么事啊？忘记了插电。哦、oh, 啊、好了，你这里插了50元一次而已，不要紧，我有后备料袋的，即是有钱都不给我赚。差到十分钟会加价，有点曳、啊、你被你发现了我曳的真本性。我只不过直接将它讲出来而已，我知道的，这已经不是新闻。好了，我就分享了出去，搞定搞定、哎、哪里好哦。大家好嘛 ，Hello， 翻嚟，咦个点解个开镜？点解个镜嗰张相系琴日张相嚟嘅？佢我再更改多一次，佢啱啱储存唔到。哦，好啦，收睇紧嘅朋友咧，同大家讲声晚安，多谢大家嚟到咧星期日晚上7:46，11月14日。咁啊，哇，第一个 Adeline。第一个来到直播跟我们见面打招呼的朋友，谢谢 Adeline， 晚上好，你好，你好。Hello， 跟住呢，钟雪莹、KK Chan、巴边边，嗯，你哋好。波波华姐，大家好啊。跟住仲有康空靓啦、Kao Wei、Raymond So、C C Wong， 仲有咧就系谭世杰 ，Hello， 你哋好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咧就系满哥 Elaine， 你好 ，Hello，Chosho Kim， 你好。還有呢就是 Ken Leung 你好啊，三位晚上好，吃了飯沒啊？我吃了一個下午茶咯，圓圓入了來了直播裡面，多謝大家，你們吃了飯沒啊？我剛才跟你一樣吃了下午茶，四點幾的時候兒子打完球就跟他吃下午茶，然後就出來預備直播、嗯、直播了。對了，永高呢？我吃了一個艇仔粥，一個炒麵，這個是你的晚飯，晚飯來的、啊、哇，難怪你這麼瘦啦，一陣有夜宵，我一陣有夜宵，回家有愛心夜宵。哇，你好啦，曬命啊，現在在這裡。是啊，我在家裡沒有食物的。是啊，我回家我都不知道幾想跟你們去夜宵，還要說風涼說話。是啊，我不是這樣的意思、欸、我很想跟你們吃的，不過我要回家吃東西，我經常都撞板的、啊、為什麼說什麼都撞板？不是我們整蠱你而已。好啦好啦，咁啊，见到大家入咗嚟啊，仲有咧就阿 Anthony 入咗嚟啦，大家好吓，大家好，多谢你哋先。咁啊，入咗嚟朋友咧，记得啊，仲有陈嘉伟，嘉伟你好，你好，嗯，两个嘉伟都喺度，系啦、嗯，好啦 ，Ken Leung 咧就好早入咗嚟咯，咁啊嚟紧呢个星期三咧就 Ken Leung 嘅生日啦，咁我哋都系送首生日歌俾阿 Ken 啦、啊，不如我哋等多啲人先唱啦，等多，因为而家人数未系好多啊，啱啱开始，我哋今晚等我哋人数多啲嘅时候咧，就多啲人同你讲生日快乐先，收到多啲祝福，系啦，咁啊。還有呢就是阿兄仔都入咗嚟啦，兄仔咁啊同我哋几个打招呼，话兄仔一家 ，hello， 佢哋一家咧同我哋咧打招呼啊，兄仔你好，食咗饭未？好啦，咁另外仲有咧 HKHK 黄志明啊 ，hello， 仲有 Bill Cheng 啊，热心朋友、啊、，Bill Cheng 你好，你好 ，Bill Cheng 欢迎你， hello, 三个心心嗰个啊，打咗三个红心嗰、那个、嗯，你好啊 ，hello， 欢迎，多谢新朋友入嚟收睇我哋嘅直播啊，咁记得咧，大家咧订阅咗我哋嘅直播咧，记得揿埋隔篱嗰个钟仔咧，咁啊揿全部咧我哋嘅资讯咧，我哋嘅直播大家会第一时间收到噶啦，嗯，咁啊同埋咧就帮手赞好一下啦，记得分享啦，咁我琴晚个直播都好多新朋友，同埋上个星期嚟紧啊啱之前嗰个星期咧，星期四咧，嗯，都好多新朋友入咗嚟，就是、全靠大家嘅呢个分享啊，一人一小步嘅力量咧就会演变成好大嘅力量啊，证明真系有作用啊，系啊，阮师你好、哦、，Hello 阮师，阮师你好，咁亦都见到阿 Jogo 都入咗嚟 ，Jogo 你好 ，Jogo Hello。大家好，我上翻上面睇下有冇啲我碌得好快，我甩漏咗先。系咁啊，新加坡嘅两位朋友都入咗嚟 ，Adeline 同埋阿 Kong Hong Ling 啊，sorry， Raymond Show， Raymond Show 系啦 ，Raymond Show，hello， 嗯，多谢大家。咁啊，见到阿叻叻咧都入咗嚟啦，叻叻你好 ，hello 叻叻，hello， 仲有旺仔，旺仔系啦 ，hello， 系 hello， 晚上好。咁啊，嗯，大家都互相同大家打紧招呼，系。咁啊，我琴晚就話哇，唔經唔覺咧，已經去到年尾啦，11月啦，仲有個幾月咧，我哋又迎接2022年啊！
冇錯啊，好快啊，好快啊，嗯，即係有直播組咧，咁啊一個禮拜見兩次咧，咁啊見下見下咧，誒唔覺唔覺一個月，見下見下唔覺唔覺咧又過咗一個月，一個人開心啊，係，同埋充實啊，快活不知咩咧，時日過，係啊，咁我哋都好開心啊嘛，所以就眨埋眼，啜一聲就過咗，嗯，有你哋陪住我哋一齊聽歌唱歌就最開心噶啦，係啊，咁啊咁快去到年尾嚟緊就聖誕節咯，有冇啲咩打算啊？想住去哪裡玩，還未有得飛，飛去哪裡不知道怎麼辦啊，心就飛了去外地啦，人就當然留在本地啦，是啦，那麼你呢老師，我啊，你會有什麼計劃的嗎？我的計劃就是開直播咯，啊，這個還有是最主要的節目，是啦，還有直播咯，我想相信大家如此朋友都是我哋一直黐住我哋，我哋三個報佳音，好，我未試過喎，即係我哋咁樣 busking 咁出去報佳音，我都未試過喎，可以試下喎。要叫啊，要叫啊，有經驗人士咧，叫阿圓圓帶領下我。係啊，係啊，係啊。係喎。因為佢係聖詩嗰個系列裡面嘅最靚女嗰個嚟嘅。聖詩組。係啦，咁所以就要佢帶領我哋去報佳音啊，係啦。咁啊，以往咧，中學嘅時代咧，就有機會去報佳音嘅。嗯。不過咧就。自己懶啊，冇跟去啊，咁但係咧，即係但係次次個節日完咗之後咧，翻嚟咧，佢哋就講翻佢哋報佳音好開心嗰啲情景咧，就即刻後悔，哎呀，點解唔跟埋去咧？咁樣咁有咩咁有咩？例如咩咁開心咧？係邊一方面啊？見到靚女哦，唔係佢哋嗰啲翻團契嗰啲朋友仔咧，咁啊唱歌又會見到好多朋友啊去睇啊，咁或者唱咗好多歌，啲人就拍曬手掌。咁中學生嘅時候咧，見到呢啲好震撼噶嘛。哦，咁啊最重要咧就係有啲咧喺報佳音嘅時間咧就溝到女啊嘛，咁我哋就真係隻眼都唉離不開咯，你呢啲妒忌啊，真係妒忌咗佢。咁啊，男仔本性嚟嘅。係啦，跟住我就質疑我朋友咯，我話：喂，你翻團契其實係咪為咗追女仔㗎？咁樣跟住其實就咁樣就呃咗女朋友翻嚟啦。哦，都好喎，咁樣都叫做識到女朋友。喂，圓圓今年啊，圓圓啊，喂，喺直播裏面睇到你上面啊，係啦，喺度唔睇下上咗線嘅。咁啊，圓圓今年記得率領啊，尤其是要率領 Ringo 啊。係啦，等 Ringo 係咯，等我有著落都好啊。咪你而家有著落㗎？你而家想點啊？係喎，啊你又唔記得咗啦，真係。嗯，萬有個咁受歡迎嘅女朋友。係啦。誒，佢啱啱都講啊，男人就係朝秦暮楚㗎啦。係，好易變心啊佢。唔會啊，唔會。係咪㗎？咁我哋又再睇翻個平台先啊。陳嘉偉你好。跟住咧就興哥入咗嚟，興哥 Jogo Eddie Chan 你好，仲有咧新朋友，仲有就係咧黎偉良啊，偉良你好，偉良你好 ，Hello 偉良，仲有鐘哥啦入咗嚟啦 ，Hello Hello， 鐘哥你好，係啦，跟住就仲有啦，平哥平少 ，Hello 平哥平哥 ，Hello， 李淑麗，你好啊，晚安，李淑麗，晚安，仲有 Sam 哥 ，Sam 哥都入咗嚟啦，哇，多謝大家，星期日特別唔同啲啊，劉小鵬入咗嚟，劉小鵬，星期日覺得大家精神啲啊，同埋。可能反應熱烈少少，係啊，始終可能咧，大家尋晚即係尋日都休息過一日，因為而家好多公司都翻五日啊嘛。嗯，咁所以唔係嘅，我冇工翻啊嘛。我咁個咪充實咯，365日都做嘢，都開心噶。嗯，但係我而家都份工就五日半咯。哦，咁就希望聽講話啲管理層而家傾緊話變長短週。哦，咁啊，可能遲啲有機會就。回到五日了，我想問一下呢，它長短週的意思呢，會不會說縮了那半日呢，就變了長週那個星期六回的時候呢，就要回全日這樣，還是都是半日的？不會，都是半日，哦，都是半日，那就好一點，即是五日半，都關真的，五日，五日半這樣，是啦，即是一個月放六日假這樣，大概就是六日假左右，是啦，是啦，嗯。希望成事係啦，其實出邊好多集團都已經奉行咗五天工作㗎啦，好多大公司都係行緊呢套。嗯，咁對公司又好，對員工又好啊，我覺得。嗯，即係員工多啲時間休息，你工作時間又 effective 啲啦，係做嘢又爽快啲啦，係㗎，錯嘅機會冇咁多啦。當然啦，咁同埋即係士氣都好緊要㗎。係啊，即係成班員工即係嗰個工作時間同埋佢嗰個工作環境咧，好影響到即係嗰個出嚟嗰個工作嗰個成品啊，各樣嘢嘅。所以即係係嘅，如果有即係其實講真，如果有多啲時間係休息咧，都係好嘅。對於員工，即係做打工仔啊，覺得公司錫你，
咁你都落力啲係嘛？去做嘢啦。係啊，所以我好錫你哋嘅一個禮拜咧，你只需要翻嚟兩晚得噶啦，係啦，或者可以翻多兩晚嘅。係啊，我哋係想多啲喎。係咪啊？哦，你想即係真係錫嗰啲係嘛？啱啱講唱多啲，唱多啲。哎呀，你真係煽埋我啦！你真係我哋唱歌成日都覺得咧，好歌太多，時間係太少。係啊，真係。我呢個金句嚟嘅喎，好歌太多，時間太少，真係大家覺唔覺得？好正呢句嘢，系啊，等我默默咁記低佢先。系啊，咁啊好啊，默默咁抄低之餘咧，有啲朋友又咗嚟咯 ，Yannis，hello， 靚女 ，hello，hi，Yannis， 你好。咁啊，多謝 George 啦，入咗嚟亦都咧，多謝咧你透過嘅銀行嘅轉賬咧支持直播嘅，多謝 George， 同埋多謝你嘅太太同你一齊收睇，多謝你。咁另外咧就 Lawrence 劉志良都入咗嚟啦，志良哥你好 ，hello， 志良哥 ，hello， 歡迎歡迎。咁啊，捞捞都喺度啦，捞捞，捞捞，系，多谢大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就要送一首妹姐嘅歌俾大家听。咁呢只歌咧，个歌名咧就系叫做《朝朝暮暮》啊。凤儿你好。说冷风无力令我需要冻，你说雪花飘忽灰色天地中，厚厚信纸却不可以抱拥，只有透着纸背塑造你面容。我说气温前夜令我着凉透，你说最好多饮温馨的热酒，我却已经再不需要厨房，早已过时的语句如何问候。我没法预知现在你哭或笑，说了吃了多少怎活不紧事实并没法相信，永久远不在乎平常分秒，如何明白凌晨在你是黎明，你我哪可分享偏差的繁星，我看我的信纸堆满却无声，仿似你在观看雨或书，但谁能做证？欢迎收睇紧嘅朋友仔，再一次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凤儿你好啊，仲有咧就远思，大家好，记得帮我哋赞好啦，多谢大家。我说气温前夜令我着凉后，你说最好多饮温馨的热酒，我却已经再不需要厨房，早已过时的语句如何问候。我没法自知现在你哭或笑，说了吃了多少怎会不重要，这道理我懂，而事实并没法相信，积极久远不在乎平常分秒，如何明白凌晨在你是黎明，你我哪可分享偏差的繁星，我看我的信纸堆满却无声，仿似你在观看雨或书，但谁能做证？
好，多谢大家收睇紧直播。好啦，咁啊，啱啱咧就睇紧大家嘅留言啦。咁啊，同埋咧就阿慧咧，佢哋通知啊，因为我少少爆爆地咁，我哋咧就 clarify 翻咧，就唔关我哋个 panel 事啊。呢位生 man 哥哥仔咧就推得好好啊啲声，咁系个音乐咧有少少拆拆地，咁所以咧就因为我把声咧依然就冇拆到嘅。咁如果连我把声都拆埋咧，就系个 panel 哥哥仔有问题。咁而家咧就好肯定啦，panel 哥哥仔咧推得几好噶啦，已经唔错啦，好容易啦，系啦。你再讲下嘢添啊！啊 ，panel 哥哥仔，哇！去咗山东，系啦，赞你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冇事冇事。好啦，咁啊睇翻咧留言区嘅朋友啊，咁啊Ringo 咧都呼吁紧大家，麻烦大家赞好、分享、订阅我哋 JP Channel 啊，系啦，对我哋好大帮助噶。冇错冇错，咁啊见到咧入咗嚟朋友咧，仲有喵喵妈 ，hello， 梁荣恩 ，hello， 荣恩你好，系啦，咁啊。小维唔该咧，帮老师点咧袁凤英嘅《天若有情》啊，凤儿姐，我写低佢先吓。咁啊，继续啦，仲有黄毛仔 ，hello， 黄毛仔，你好，黄毛仔，晚上好。冇错冇错，好啦，睇下个留言区，但志成就冇乜问题啦，我就翻出去望一望先，应该都 OK 啦。仲有 Eddie Chan 入咗嚟啦 ，Eddie Chan，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睇下先啊，大家记得帮手分享一下个直播、哦，因为个直播咧，需要大家分享啦，同埋而家咧赞好嘅人数咧就未追得上咧上线嘅人数嘅，咁所以咧赞好嘅朋友仔未赞好咧就帮手赞好一下。咁 Lawrence 就话大家睇紧直播，同时咧记得咧支持啦，咁所有嘅鱼翅新朋友咧或者新加入嘅朋友咧记得订阅、点赞、分享三部曲，多谢大家支持。冇错，街头女王同埋 JP 团队，多谢。咁啊，见到阿振华哥哥咧都入咗嚟啦，振华哥哥你好，振华哥哥你好哥 ，hello， 系啦，欢迎欢迎。咁啊，头先啊，第一首就带咗阿妹姐嗰首呢、這个朝朝暮暮啦。咁呢首歌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有冇听过？呢首我未听过，副歌记得少少，第一次听。我其实未听过呢一只歌，咁呢只歌系满哥曾经啦，喺两个月之前咧曾经点过嘅。咁啊，当其时就我又揾紧音乐啦，同埋我又唔系好熟首歌，我听过只歌，后来咧我跟住揾到我熟嗰只歌啦，咁但系咧仲要揾埋嗰个音乐，即系揾翻个啱嘅版本翻嚟。咁啊，所以咧就延迟咗呢个点唱啊，所以咧希望咧就阿满哥听到开心啦，阿燕玲都听到开心啦，多谢你哋。好好听嘅一首歌。系啊。好不過不知道有冇唱過呢？粵文越傷心啊，好耐冇聽啦，可唔可以唱啊？鳳兒問你。可以有唱過，咁啊，但係都好耐冇唱，咁啊，多謝你嘅點唱。佢講中曬兩樣嘢啊。係啦，稍後時間咧就可以馬上就唱呢首多謝點唱。粵文越傷心啦。好，非常好，冇問題。咁跟住咧就我一不離二啦，我想唱多首啊。咁啊揾下嗰個歌手嗰個歌名出嚟先。咁其實咧就我琴晚都喺度話啊，我想睇大家睇，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呢套戲咧？就梅艷芳啊嘛。我有呢套傳奇，你幾時睇？今日。琴日睇啊。哇！新鮮熱辣。好好睇啊！係啊，不過我哋阿 Ringo 要俾啲暗口費我哋咧。唔好唔係我哋劇透，因為我未睇，就可以狂劇透啦。嗯嗯。唔好咁啦。係咪真係唔錯啊？係啊，但真係好吸引啊！我琴日好想睇，老師都睇知道啦，啲人都有喊啊咁樣啦。係啊，你有冇喊啊？我有眼濕濕嘅，咁我嗰座即係我嗰院咧，即係我睇嗰個院就唔係好多人喊，但係咧都有啲人眼濕濕。咁啊，同老師嘅遭遇一樣啊，就見到啲後生嘅都行出嚟，原來有啲佢都識嘅。即係都識梅艷芳嘅歌啊，都知道有啲梅艷芳發生過嘅事，可能睇之前就做咗功課咁樣，咁啊出到嚟就亦都有啊唔劇透啦，咁有啲出嚟亦都話啊佢即係描述佢嘅情史當中咧，咦好似有時有啲爭啲啊，咁啊不過我就唔劇透話爭啲乜嘢啦，咁啊因為大家可能未睇啊嘛，咁所以就我覺得啲年青人原來都識阿妹姐嘅喎，確實可能係因為佢上一代爹哋媽咪有聽開，都唔出奇。亦都可能 YouTube 平台都幫到唔少啦。你到後生嗰輩都認識梅艷芳嘅歌。但我相信即係都好多係屋企影響。係啦，可能屋企有長輩就聽開咁樣。係啊，就好似老師咁樣啦，老師屋企有幾隻黑膠碟啊，咁樣就會有時都爸爸翻播咧，就老師都會聽一份。好有感覺嘅，係啊。係啦，咁同埋佢有個即係我覺得套戲係寫編劇啊，即係成套戲組織得好好，咁啊令佢會推進到令到你覺得有一個感動啊，同埋啲節奏嗰啲拍得好好，我幾欣賞嘅。係啊。啊！冇呢啲冇劇透啦，嗬！咁啊，我只係導呢啲好啊，導大家入場啊，導大家入場一齊睇。快啲入場睇！即係佢啲鋪排幾好啊，令到
令到观众好易投入到，系咪啊？你都未睇，你快啲去睇啊！我问你哋啊，系咪嗰个铺排好好？我哋而家唔答你住啊！你快啲去睇下先。呢啲唔怕嘅，好，到时一齐倾。你要睇啊，真系好值得睇啊！罗炒要啊，系一颗巨星嘅诞生，然后呢颗巨星点样去发光发热，其后就睇到呢一颗巨星用尽佢所有嘅生命力去将佢嘅生命燃点喺个舞台上高，直至到最后嗰刻咯。咁所以真系。好好啊，即係成套戲都係個節，係何波波話齋個節奏真係帶領得好好，令到你睇得到，知道佢嗰個人生嗰個歷程啊。佢冇跳 step 噶，同埋佢嗰啲造型咧，佢真係有做功課噶。佢每個造型或者佢嗰、那個，就算佢嗰副眼鏡或者個髮型，真係跟翻嗰個時代去轉變啊。係啊，嗰、那個還原度，我覺得係九成以上。係啊，其實我就相信，我覺得個女主角咧真係有100分啊！我心目中啊。一定是有呢有呢個分數啊！我見過啲畫頭，覺得女主角嗰個眼神都有啲似阿妹。其實你睇睇下咧，側面都似。係啦，你睇睇下咧，好多時個側面都好似。佢個鼻啊，佢個嘴型啊，揀呢位女主角真係冇錯。係啊，好啊，咁啊，傾下偈嘅同時咧，咁我揀下歌先，等我揾只歌出嚟。準備一下先。好啊，咁啊，老師揾緊歌咧，就繼續同啲新入嚟嘅朋友打招呼啦。見到阿 Yong Yong 都入咗嚟啦 ，Yong Yong。哦 ，Yong Yong， 喺2004嗰度嘅。Hello Yong Yong。Yong Yong 你好。咁啊，亦都見到阿華女都入咗嚟啦。嗯。華女係喎 ，Yong Yong 啊，華女。華女 ，Hello 啊 ，Hello。你好。咁啊，永恩就話好快結婚啦，咁啊，恭喜你啊！恭喜永恩。恭喜永恩啊！祝你甜甜蜜蜜啦。嗯，白頭到老。阿 Yannis 就話：哇，我今日睇咗啦，我睇到喊到尾啊，喊住睇到尾。喊住睇到尾。喊住睇。係啊，因為好感性。係，我哋唔好講嗰幕啦。其實嗰幕我都有眼濕濕嘅。係。係啦，即係我同你應該知邊幕。係。有眼濕濕嘅。係啊。尤其是他們唱回即以前那個那首歌的時候是你是在說這幕嘛、是這一幕就真的很 touch 好了那繼續吧看一下先還有 Carmen 進來 Carmen 潘你好 Carmen 你好 Carmen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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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阿滿哥吃了晚飯了他就說華姐你又跟 Jogo 吃了飯沒呢等華姐回答大家吃飯沒呢是啦咦阿 Yong Yong 就說 Daddy 呢今天生日的可不可以唱生日歌當然可以啦、哦、我說 Daddy 有沒有在旁邊一起看如果有呢就等 Daddy 進來我們一起唱、好不好那你說 Daddy 進來你通知我們那麼是啦多謝大家另外呢就好啦那我就選很多首歌啦那這首歌呢希望大家喜歡唔係喎，呢個歌係合唱喎，冇嘢啦，我揀另一首，我揀另一首先。咁因為另一首我都好中意嘅呢只歌，但係咧就見到啦。帶嚟咧，交出我的心。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个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颗爱心，交付每分诚恳。愿来做个，求我能做个不折不扣的真女人，全面去爱，让深深的兴奋，放出青春去抚慰去接近，让我的心为你换来无比深印。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爱再燃亮我，求爱燃亮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
凭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我愿陪着你，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一百分。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个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颗爱心，交付每分诚恳。我愿来做个，求我能做个不折不扣的真女人。送给大家交出我的心。Like 卡应该看了，他说真的拍得很出色，大家真的要看。没错很认同，大家快点去看梅艳芳。好了，刚才我唱歌的时候看到 CKL 入了来了。 Hello， 你好。燕赵之事啦，好耐冇见啦，燕赵之事好耐冇见你啦，系啦，多谢你。就 Steve 刘 ，Steve，Hello， 你好，晚上好。好，咁啊，所以咧就大家我哋冇介绍错啊，系啦。哇，好似每一位睇过呢套戏嘅朋友都话值得睇喎。系啊，即系不容错过。未睇过都觉得值得睇嘅，即系你睇嗰啲 trailer， 你都知道，即系嗰啲预播咧都知道佢系好，佢做晒啲。即係嗰啲叫 research， 即係中文即係咩？做曬資料搜集，搜集係啦，即係已經揾齊曬啲，同埋做到好一絲不苟，係啦，揾翻曬之前嗰啲場景啊，搭翻啲場景出嚟，所以真係好好睇，係啦，估唔到真係即係冇令我哋失望嘅。係啊，同埋你知道啦，即係一個人即係走咗，咁可能佢要成，佢係一個 legend 啦，即係嗰個經典啦，咁要再將佢翻拍一套戲咧，可能係。過幾十年啊，或者好多年之後先會做得到呢樣嘢。但係而家係過十幾年，係啦，而家過咗十幾年，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好認同老師喺社交平台寫啦，即係古天樂好型，咁啊真係古天樂，真係要俾個 like 佢，好有心，係好多好多嘢都係。我記得疫情嗰陣時，古天樂都做咗一個好好嘅行動咧，就喺嗰啲協會裏面咧，即係派錢啊，即係俾一啲冇公開嘅演藝人啊，咁係啊，真係好好。咁所以即係見到即係好有心，同埋真係好有愛先至做到呢一樣嘢。咁所以睇到梅艷芳呢套戲咧出咗街嘅時候，就覺得哇，即係冇諗到可以即係雖然梅艷芳隔咗一段十幾年嘅時間啦，終於咧，但係會有呢套戲上演啊！因為好似香港咁耐以嚟咧，都未有一個即係明星或者歌星咧，你用佢嘅一生咧嚟做一套電影啊！係啊，以我所知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套戲真係同埋即係相隔唔係太遠咧，即係你對於你睇翻呢套戲嘅時候，你覺得哇呢件事發生好似係琴日發生，同埋見到佢上台唱歌或者佢推出嗰啲歌，即係你覺得好似冇幾耐之前嘅事嚟嘅啫喎。係啊，即係自己都曾經有經歷過，係啊，特別好，所以好值得，好值得去睇嘅。咁繼續咧，我就揀歌啦。好啦，咁亦都喺老師揀歌嘅時候咧，見到阿坤記都入咗嚟啦。坤記 Lawrence， 大家好 ，Terence 你好，你好。仲有 PRYT， 系 PRYT， 仲有 Cat 張，系 Hello， 大家好，好啦，跟住咧另一首歌咧都系妹姐嘅歌，带俾大家，带嚟呢一个咧，不信爱有罪。小袁你好，晚上好。错对，不应该就不可追。难道爱都会有罪？宁愿错而不要对，一心向幸福追。无限爱心怎么会
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楚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不会肯去相信人为爱有罪，不会肯去相信人为爱有罪，明知春天是匆匆会逝去，似水逝去，明知将会人将会落泪为你流泪，明知苦果亦请你进梦里，我的梦里怀着信念，未信爱是有罪，带俾大家梅艳芳嘅不信爱有罪。嚟到晚上嘅8:16啦，咁我哋见到你又朋友入咗嚟啦，有小袁晚上好，仲有咧尹生啊，尤哥，尹生尹太你哋好，尹生尹太，多谢你亦都咧做咗呢个咧支持嘅三部曲啦。咁亦都咧多谢大家，仲有彭飘 ，hello 你好 ，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彭飘。咁啊，另外咧睇下先啊，多谢苏国华嘅super chat， 多谢你。咁另外咧就 Eva 咯 ，Eva 你好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咁啊，阿 Steve 就话啦，话睇下梅艳芳嘅呢套电影啦，大家要准备盒纸巾啊，同埋多一个口罩。系啦，咁有备无患啦。系啦，预备定都好啊。虽然我就冇喊到泪流满面，不过即系眼湿湿，心噏嘅，有种心噏眼湿湿啊，系啊系啊，心噏系。跟住我啱啱即系攞紧纸巾咧抹眼角嘅时候咧，我隔篱嗰人望住我，系你做咩？邊個同你睇啊？啊，梗係我太太啦。跟住，即係其實我哋一家人去睇嘅。不過咧，買飛嘅時候咧，即係我嗰度都幾多人睇啊。咁買飛咧就啱啱隔嗰條走廊。咁我同太太坐啦。咁我媽媽就同我仔坐。咁隔離。咁跟住咧就跟住講，你眼角咁樣有沙入眼。咁啊，不過係開心嘅，即係一家人睇戲開心。你睇一套戲令到你可以喊咧，好成功，因為可以有啲感動嘅位置，有感動位。因為大家始終經歷過同一個年代，我唔係㗎，我同你經歷嘅年代有啲唔同喎。唔係我再早啲，你仲再耐啲，我再早啲。佢經歷過船，佢係經歷曬成個年代啊。其實我話緊佢成個阿妹嘅年代。係咯，我睇住出世啊嘛。冇錯，係咁啊，係啊。出世嗰陣，你呢個年紀廿歲左右咯。好啦，咁啊，睇翻大家嘅留言先啊，咁啊，亦都多谢咧平姐入咗嚟，亦都多谢平姐嘅 Super Chat 支持，平姐多谢你啊，系平姐你好，咁啊，见到 Peter Chan，Peter，Hello， 你好 Peter， 咁跟住咧睇下先啊，仲有阿嘉玲都入咗嚟啊，嘉玲，嘉玲你好，晚上好，系啦，咁啊，阿古仔同埋阿陈真啊，即系阿罗文庄个女咧，饰演咧童年嘅妹姐咧，好出色啊。咁啊，預計咧呢一個電影出年咧，電影金像獎或者台灣金馬獎咧，都可以橫掃多個獎項啊！如果1996咧紀念鄧麗君嘅《甜蜜蜜》嗰年嘅橫掃咧九個獎一樣啊，就好似鄧麗君嗰年嘅咁。哇！喺其實我都睇完呢套戲咧，我都有諗啊，呢套戲會唔會攞到入圍嘅咧？係啊，即係。其實拍到好嘅電影一定有人欣賞，冇錯，我覺得呢套都一定會有獎落。呢個問題係好多回憶啊嘛，呢啲回憶咧佢唔係虛構，呢啲回憶咧係喺生活裡面咧，有陣時你睇報章嘅報導或者佢嘅演出嘅時候，你係曾經係見過，而佢擺翻上去個電影裡面咧，所以係好真實啦，呢個感受。所以十分不錯，不過我哋都要忍住，如果唔係就會忍唔住劇透。係啊，我哋唔可以再講太多啦。你哋快啲睇啦，如果唔係我哋咧講唔到幾多嘢啊嚇。等大家都睇咗咧，我哋就可以暢所欲言，又一路傾啦。係啊，傾得開心啲。最緊要即係大家一齊睇。咁我繼續咧，我就揾只歌出嚟先。咁啊頭先都係阿妹姐嘅歌啦。咁我跟住咧，我呢度
我找回它出來先。嗯，好，咁啊，因為咧阿 Wingo 未睇啊，我唔敢咧講太多。嗯，即係如果講太多，佢唔肯俾暗口費，可能就蝕咗嘛。呢個儲夠一定數量就俾噶啦。點解嘅？暗口費，暗口費。波波口大唔大先？都幾噶，哇都幾啊！我下次拎個口嘅銀包出先。同個良心咧，今日要大張啲先遮得住。今日戴呢個薄板，唔係好夠。好啦，咁啊，下次先。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里面咧，就带另一首咧，就都系妹姐嘅歌、哦。呢只歌咧，《梦幻的拥抱》。不再现，盼会对我说声再见，情字来自回，为何没发现？但他可有心纪念，又恐他的爱不再现。啊，Please stay,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谁可假装轻松点？紧张心在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念。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和别人没法跳得自然。多谢带嚟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
咁啊，头先咧就睇到大家留言区嘅朋友咧就喺度倾紧《妹姐》呢一套戏啦。咁啊 ，Steve 就话咧呢套咧梅艳芳嘅电影咧，全世界上。在全世界上映的澳洲呢就会在澳洲时间11月11号就开始上映了。那即是早了一点点。上了了。但是不是新加坡未有得看，因为昨晚呢新加坡的 Raymond Show 就说、新加坡未有得看，希望可以快点上映到。我想很快了。对了。那跟着呢就再看看先。多謝大家留言區嘅傾緊偈啊！咁我見到咧就咧黃偉龍啊，黃偉龍，黃偉龍你好，你好啊 ，Hello，Hello， 多謝興哥嘅 Super Chat 支持。咁啊，另外咧就話喵喵貓咯，都俾咗啲歌名啊！多謝大家嘅掌聲，多謝大家嘅紫色嘅心心，多謝大家。咁啊，謝謝偷偷地要入嚟啊，睇老師嘅 live 阿平。系啊，头先阿平姐话佢偷偷地入嚟睇直播，要做嘢先。平姐系啦，咁啊加油工作，多谢平姐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谢平姐。咁啊 ，George 就话哎呀，好好听啊，感情同低音咧都好犀利，好犀利啊！多谢 George 嘅支持，咁亦都再次多谢平姐嘅 Super Chat 支持啊。咁啊，睇下先啊，工作行先，迟啲再收听。咁啊 ，Eddie 咧都同阿平姐咧就。即系傾咗句啦，好啦，咁啊，哇，梅艷芳啲歌實在真係好難捨得甩嘅，喺我哋個心坎裏面啊，好歌，係啊，好多好歌。你最中意梅艷芳咩歌 ？Ringo， 一定係《心債》，一定係《心債》。雖然冇睇過嗰套嗰套咩啊電視劇就係咩《香城香城浪子》，我就冇睇過嘅，但係我一聽呢首歌嘅旋律已經覺得即係好入心啊，嗯，一聽已經係好中意，又好易記得啦，又入心啦，嗯。總之就好好聽，總之好聽。咁啊，波波咧，係我咧就即係細個咧就唔算成日聽梅艷芳，但係就梗係細個即係梗係中意聽快歌啦。咁你細個唔係聽梁聖波嘅咩？唔係嘅，其實咧即係係啊，嗰陣時呃佢唔到。係啦，細個中意烈焰紅唇啊。哦。咁啊，咁大個咗咧就發現原來真係即係好似阿 Wingo 話齋，好似心債啊呢啲即係經典之中嘅經典。咁其實係好多好多。都太正，真係揀唔到一隻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啊，最深刻印象一講哦，烈焰紅唇咯。嗯，係因為你細個係可能大眾化或者你唔識得，即係多人認識啊。係啊，同埋你唔有代表性，你唔知你唔細個唔識得話聽啲歌詞講啲乜嘢咁樣噶。但係咧，你細個你會一路行喺條街度就一路紅唇烈焰極待撫慰咁樣，即係你會跟住唱。但係其實你細個都唔知撫慰點解。嗯，即系你唔会知道个歌词，但系咧你会跟住系咁唱，个情况就等于爱情陷阱咁样。即系我唔知道，我记得个 hook line， 我唔知道个爱情陷阱系讲咩噶。但系细个我妈就话我中意喺条街度咧，就系咁爱，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边个遇上咯？咁跟住就，所以咧就烈焰红唇就一定系我有记忆之中我中意阿妹姐嘅，应该第一只歌嚟。第一只歌、，OK， 咁啊，老师咧，我啊，我中意太多了。頭先嗰首我唱過嗰首，不信愛有罪啊，嗯，係啊，因為呢首歌我媽好中意聽，我媽咪好中意，哦，咁啊，即係細細個聽得好多，佢成日播，咁我我又覺得只歌個編曲咧好特別啦，即係嗰啲好似似啲 jazz 嗰啲，即係佢有啲彈跳嘅感覺啦，那個音樂咧，咁你聽得好開心嘅喎，即係細個唔識啲歌詞唱乜嘅，但係就好似波波所講啦。細個嗰陣時會中意聽啲快歌，因為可能個心情開心啊，小朋友嗰個階段咧，好開心嘅，聽到啲好興奮、好輕快咧嘅歌咧，就會好中意嗰啲歌。就算 even 我哋唔知個歌詞講乜咧，都好中意嘅。後來咧，即係可能咧，即係再聽多啲歌，或者即係再即係個人又成長咗啦，開始中意聽慢歌咯。咁我都其實你問我邊一首我最中意咧，我就可以講出頭先嗰首歌，即係頭先我所講嗰首歌，但係。之後我就好多歌都好中意，即係梅艷芳嘅歌，但係即係唔係成日會有機會可能唱佢嘅歌，即係譬如話好難去點講啊，因為佢又唔係比賽歌，又唔係話 catch 人哋個耳朵咁樣，但係你要係你聽住瞓覺啊，或者聽欣賞就好正喎。係啊係啊，卡拉 OK 就好少唱。卡拉 OK 啊，我就都通常嗰啲歌我好熟耳熟能詳嗰啲咧，俾啲同學都會爭住嚟唱曬，唱唔到啊我自己。得幾隻會勁爭咯，但係其他啲就真係你聽好舒服。係啊，咁所以我都係頭先所講嗰首《不信愛有罪》，我都好中意，都係好歌。其實佢嘅慢歌我都好中意，不過快歌咧，頭先咧波波講呢個歌嘅快歌咧，我都好中意嘅喎。
我正準備了這首歌的、好期待你演繹紅水。唱完之後就想兩位嘉賓就送歌給大家聽了。好，是的。帶給大家《烈焰紅唇》。漫長夜靜望在凝目當中速遞，二時候電視在明暗字幕中消逝，照照鏡難再次禁閉，獨自渴望想安慰你，怨去連帶我意亂意也流逝。紅唇烈焰極待撫慰，友情欲望迷失得徹底，鏡內人紅唇烈焰剩下乾涸美麗，將擁抱雙手放低。漫長夜寂寞從屏幕當中速遞，二時候電視在明暗字幕中消逝，照照鏡難再次禁閉，獨自渴望像安慰你，怨去連帶我意亂意也流逝。紅唇烈焰極待撫慰，友情欲望迷失得徹底，鏡內人紅唇烈焰剩下乾涸美麗，將擁抱雙手放低，空虛的心脫軌，星星之火不可控制，我卻為深愛你，將火冷卻又一次坐低。紅唇烈焰極待撫慰，友情欲望迷失得徹底，鏡內人紅唇烈焰極待高歌美麗，將擁抱雙手放低。友情欲望迷失得徹底，鏡內人紅唇烈焰極待撫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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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欲望迷失得徹底。多謝大家，帶嚟烈焰紅唇。咦，我睇到咯喎，喺呢度啊嘛，就係係啊，哇！好似嘴唇就係啦，好紅啊個嘴唇，烈焰啊，係啦，因為爆拆啊，我而家。喂，唔係講真喎，呢排咧天氣咧好凍，即係乾燥啊，唔係凍啊，我覺得嗰啲乾燥咧，突然間咧好似啲濕度咧降低曬，直頭咧係呢頭沖完涼嗰頭咧，我覺得自己好似個人成個人裂開咁啊！係啊，唔知你哋有冇呢個感覺啊？係啊，嗰腳踭啊嗰啲位咧開始痕啊！腳踭係啊，咁緊要皮開始好似龜裂啊！咁你會用嗰啲咧套只腳落去咧，然後剝嗰只腳嗰啲死皮出嚟？我冇啊，冇、啊。試下、啊、有冇咁黐直喎？水楊酸，水楊酸，即係佢個主要成分係水楊酸，水楊酸。咁但係有個名咁，記得咗，好似著物咁樣就成隻皮撕落嚟咁樣。係 啊， 啊，我玩過啦，唔得嘅我。咁我唔知喎，會唔會係已經本身太嬌亂就冇得再甩啦？唔需要呢啲。唔係，即係人哋，我見人哋咧剝出嚟咧，真係成隻腳咁樣剝咗出嚟噶。係啊，我記得睇個 product 個封面都係成塊皮可以咁樣。
好似扯扯落嚟啊嘛，系啊，啲死皮。你有冇玩过？我真系未玩。我玩过，我玩过，但系唔得咯。唔得，唔得。系啊，我哋试下，翻嚟试下玩下先。系试下。咁啊，我都脚皮都好多嘅。咁啊，我系成身都未爆拆，就脚皮爆拆咯。点解咧？通常啲脚先啊。唔知啊，只脚好似干嘅，无端端 feel 到脚撑痛。其实你哋会唔会因为着得短袜多，唔系着长袜啦？咁我唔知喎，同埋你哋成日著啲褲咧短啊，有關係，可能吹咗啲風，暴露於空氣中，所以好容易即係風乾啊。係啦，冇圍住啲即係濕氣咁樣啊，即係冇保護好嗰個位。咁咧我嗰日踢完波咧，咁啊即係食完飯咁啊翻屋企啊，咦點解我腳踭咁痛嘅？咁嗰日諗住踢波好痛啦，咁樣啊，唔知係咪踢波只腳踭有啲痛？整親唔知啊。係啦，咁跟住原來唔係啊，跟住夜晚咧拎起只腳咧，原來即係佢裂開咗一條都損咗，都有半隻手指咁長咁樣有個位裂開咗，所以就痛痛地咯。跟住我話：咦，裂開咗啊！我話：咦，但係一路都唔知啊，夜晚先係夜晚先知啊。我以為踢完波腳痛啊，咁啊冇望，望到嘅時候咧先知原來係裂咗，即係一個半隻手指頭咁樣咯，咁長咯。跟住我就覺得即係一個 cm 到啦。係啦，覺得自己超弱智咯。原來真係，點解會腳？唔係咁，我都試過。你呢啲超弱智嗰啲就唔好特登咁講，其實大家都知嘅。但係你特登咁講，我哋好於心何忍咧？係啦。好強調呢樣嘢啊！係啊，我係弱智嘅話，咁就估唔到原來係腳踭爆拆，就即係未試過嘅。哇！腳踭爆拆我就冇試過，不過真係而家啲天氣咧，我頭先話紅唇炎啊嘛，我就嘴唇爆拆咯，我就琴日瞓醒覺起身嘅時候，點解個嘴角好似裂開咗？原來真係裂咗。但係我夜晚瞓覺咧，我有搽潤唇膏瞓覺啊！而家醒咗啦。秋天未去好多好乾燥的時候咧，我都會搽定潤唇膏瞓覺嘅。不過瞓醒咗啲潤唇膏唔知去咗邊啊！即係舐曬咁樣。唔係，可能個枕頭可能真係吸收嗨咗落個枕頭度咯。我好反瞓嘅個人。唔係啦，即係我一瞓落牀咧，我就好工，我好工整嘅瞓得，即係攬住曬啲公仔，好工整嘅。但係瞓醒覺嘅時候，啲公仔咧唔見咗嘅，因為跌咗落地下，同埋個人咧一個大字咁樣咯。可以移曬位。我試過就係瞓醒覺，咦？原來我趴喺度瞓㗎，我自己都唔知喎。哇！趴喺度瞓啊，幾辛苦啊！係啊，唔辛苦喎，我覺得好正喎。呼吸好難嘅，係嘛？可能發夢食嘢啊，攬住啲公仔咧，唔係雞髀嚟嘅，咁啊掉走。我唔知啊，可能係啩咁啊。有冇雞蛋仔嘅？係啊，肥佢。不如試下極端啲啊，用啲古法啦。點啊？咁啊，搽啲花生落我嘴度，跟住攞張膠紙黐住佢。哇！聽日搣出嚟，成個嘴唇搣出嚟。好似草蜢咁嘅啫。咩啊？花生油，細個阿媽真係有試過㗎。但係咧，我媽咧就試過一次用油，我就話好核突啦嗰只味。後屘阿媽咧就揾洗米水咧幫我搽嘴唇啊。哦，會滋潤㗎。佢唔係我唔知佢咪叫滋潤啦，但係佢會即刻乾啦。但係咧，洗米水、哦、米水係有一種成分 ，Petera 啊嘛，係咪啊嗰啲咧，即係嗰類嘢。好熟喎呢個名，我仲聽過呢個字啫。喺電視廣告。其實我唔知 Petera 係咪攞咗 trademark 㗎，即係咁講啊，當賣廣告啦。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米啊，嗰啲米水其實係對皮膚好噶嘛。哦。咁我細個咧，一去到冬天咧，阿媽就會。那個洗米水會拿第二浸的，第一浸一定污糟的嘛，他就拿第二浸呢、就幫我抹面啊，和擦嘴唇咯。哦，所以你真的試過皮膚咁靚咧，就係因為白有領導有方，果然係白裡透紅咯、啊，係咪啊？即係好像米咁啊，真係。唔係，我屋企而家冇煮飯，咁啊若然有煮飯嘅時候咧，我就攞我仔嚟做實驗先，係喎，講翻功效俾佢哋。咁佢咪變得小白臉咯？係啦，我幾廿歲唔係好貪靚噶啦，咪真係可以試下嘅，講真嘅。好，咁啊，大家都 mark 低老師呢個介紹嘅配方啊，咁就係呢個洗米水。嗯。咁啊，好啦，咁啊，而家揀緊歌途中啊，見到阿 Gary 拉入咗嚟。咦，我咪啱啱唱咗咯。2033嘅時候。咁啊，2033嘅時候 ，Gary 拉入咗嚟 ，Gary 拉你好 ，Gary，Hello。咁啊，見到阿林太 Irene 入咗嚟啦 ，Irene 林太 ，Hello， 晚上好啊。咁啊，2033係咪啊？係啦。我要追一追你啊。好，我追到啦，追到啦。咁跟住咧就見到星章。星章 ，Hello。跟住咧就見到 Loretta， 早晨。早晨。好啦，跟住又交翻俾阿老師接力啦。好啦，而家就永高唱歌。咁啊，鳳兒就話咧啊，老師我一向咧都係用耳機咧聽直播，今晚咧聽到有啲咧特別嘅效果，好似咧啲回音啊，一邊音樂啦，另一邊咧你唱歌嘅聲咧，今晚係咪有冇做到啲特別效果咧？你哋有冇聽到啊？係咪你背景聲喺度唱緊歌啊？
我啱啱特登睇一睇有冇口型唔啱。哦，阿慧就话冇口型唔啱，应该有可能系我背景播紧歌啊。大家再聽下有冇呢個問題先啊？咁啊，頭先就阿鳳兒就有呢個問題提出啦。咁其他朋友仔，你睇直播時候有冇聽到有回音咧？嗱，如果多過一個朋友都有同樣嘅事情，即係聽到咧，咁我哋再 check 下我哋個直播個嗰個音響嗰樣嘢先。我哋再留意下。係啦，見到 Bilibili 都入咗嚟咯。子嘉老師，請問咧有冇咧植物？有咩植物識溜冰啊？花咯。花式溜冰系啊，咁啊，然之後就見到阿星星星星周星星周周星星你好啊，周星星，星張係另一位魚翅朋友，咁啊喺較早之前入咗嚟嘅，咁啊早幾分鐘，咁啊 Eddie Chan 就話波波師兄咧，夜晚試下搽啲馬油，再著翻對襪瞓覺，好，今晚就試下，屋企就有支馬油，係喎，馬油出名潤啊，係啦，馬油係一個牌子定係一種成分啊？應該是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呢行入去那些、即是賣化妝品那些它很多 product 不同顏色的但是呢其實出了很多年了都好像不同牌子但也有個馬油是不是一種成分的東西我聽說真的是由馬去即是提煉出來其中 一個部位真的不識啊奶油豬我知道是啊我都知道剛剛我都有吃到以前朋友認不認識這件事呢豬油撈飯都知道馬油豬油撈飯都吃馬油就未知道馬油就真的未知道但是講認真的馬油我試過拿來有隻馬油的洗頭水洗頭呢啲頭髮很順的馬油不關你事的這件事不是是不是你本身油你本身的頭髮順啊你本身的頭髮順不關洗頭水事不是真的阿永高借把梳梳下頭不是可以介紹阿林太用很好用我覺得我介紹給朋友我自己用不到冇福消受，係咪你啲鬚根可以用試下？係馬肉我食過嘅，馬肉我食過，咁啊馬油未用過。馬肉我未食過。我哋去旅行，我就趁你哋喺度瞓覺，我就自己一個人出咗去日本啊？你唔係我知嘅，係冇錯啊。跟住我仲好自豪咁樣，因為嗰日咧個行程其實咧就唔係話瞓到好晏好先，係嗰日個行程好攰。我哋黃昏咧就去咗嗰個住嘅地方啦，係係。跟住咧咁啊，老師就好攰啦，同阿維咁瞓覺啦。跟住我就一個人好無聊喎，跟住就出去吃啲嘢先。跟住咧我就去咗間居酒屋，咁啊食咗呢個馬肉刺身同埋同埋飲啤酒啦，咁啊，即係咩味噶？哇！其實我覺得真係刺身即係生嘅，居酒屋好正，生嘅生的。咁個質感啊，個味道咧？質感佢都係紅紅地，其實就硬過食魚嘅刺身就少少，即係咬落去就硬過，即係有食肉嘅感覺，但係又唔係話食牛肉咁有陣好強烈嘅牛肉味，馬肉冇乜味嘅。甜定甜唔甜噶？少少咯，好輕微嘅甜味。其實主要真係食個醬油，但係都有肉味噶嘛。冇乜肉味，冇乜甜。但我就提議大家，如果咧就冇乜一試無妨，但係我就唔會翻食咯。唔好食咯。係，我覺得唔係咁好食嘅嘢嚟嘅啫。咁啊，即係但係可能我未食過啲好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好介紹，梗係可以帶我去食啦。嗯，係啦，好。佢自己出去食嘅唔緊要，老師。我哋疫情舒緩咗之後，我請大家去美國，我帶你出去。好啊，好啊，美國有得食，冇食馬㗎。趁波波瞓咗覺，我帶你出去食。好。我去到瞓覺冇問題啊。咁啊，因為話嚇壞咗食嗰度我包㗎嘛。咁而家。咁咪食小餐咁咪慳翻啲咯，咁要另外再再度一度先。始終我都有得食嘅，我唔理你哋邊個俾錢啊，我有得食 OK 嘅。永哥係咪好似揀一隻歌嗱？係啊，永哥就係呢只啦。咁啊，呢只係阿妹嘅另一首經典歌曲啊，《似火探戈》，送俾大家。衬托斜斜黑舞，披起午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激光飞舞，鼓声滔滔，节拍狂摇花刀。今宵这夜，心中叫号，不想一再独舞。但你为何未敢邀请我双起舞？我知识不错，冰冷外表，心似火，似火探戈。但我
为何蜜蜂起真我，只因我某天烧伤过，不再换火，修炼起似火眼波。斜斜黑舞，披起午夜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讨。激光飞舞，鼓声滔滔，节拍狂摇花刀。今宵这夜，心中叫号，不想一再独舞。但你为何未敢邀请我？双喜舞，我姿色不错。冰冷外表，心似火，似火探过。但我为何蜜蜂起真我？只因我某天烧伤过，不再换火，修炼起似火眼波。黑衣黑如黑寡妇，孤单也像黑寡妇，天继续流露。呢、这个黑色咩话？黑色珠宝，黑色珠宝，衬托呢个斜斜黑帽，一定斜斜。有冇黑帽就斜斜黑帽，沙飞帽。系啊，咁除咗《烈焰红唇》之外，呢、这个《似火探戈》咧就系为人所熟悉嘅阿妹嘅劲歌作品。嗯，咁啊入咗嚟嘅朋友咧，我哋同大家 say 个 hi， 同埋要多谢翻大家嘅 super chat 先啊，望一望先。咁啊，波波到你拣下歌咯。好，冇问题。有冇新朋友入咗嚟先？好啦，多谢兴哥，多谢 Stanley 嘅 Super Chat 支持，咁亦都咧墨尔本嘅 Alan 咧都入咗嚟直播里面啦。咁、啊，欢迎你，多谢你。咁亦都话咧，阿 Ringo 哥咧唱得好好，加油，再加油啊！系啦，多谢多谢，多谢你哋支持之真。多谢。咁另外咧就睇下先啊，Stanley 咧系啦 ，Stanley 咧就话啦，《似火探戈》咧就最中意嘅梅艳芳嘅其中一首歌嘅之一嘅。咁啊，今日睇一套戏啦，咁系咪又好感动咧？咁咧，阿 Bilibili 咧就话：子嘉老师啊，请问咧，点解咧老婆婆上巴士咧冇人会让座嘅咁样？咁啊，我都唔知点解啊。咁啊，但系如果你系喺在座嘅 ，Hello， 多谢，多谢你，多谢肥良哥哥，多谢你，多谢梁哥，多谢梁哥，拜拜。哇，多谢多谢，我哋今晚又有宵夜食啦，多谢多谢晒。咁啊，多谢。多謝梁哥探班啊！係、哦、啊，多謝你探班，同埋多謝你探班咧，亦都帶嚟咧豐富嘅美食啦，支持我哋大家，多謝你啊！咁、等我諗佢應該等間咧都會坐低食飯睇翻我哋直播嘅，冇錯，一定啊，冇錯。再次多謝肥亮哥哥。咁啊，今日睇一套戲嘅 Stanley 啦，唔知有冇好感動到你啦？咁啊，頭先講開話讓座巴士讓座方面咧，咁我覺得咁嘅有陣時可能。
坐喺度，即係可能有啲人冇一個讓座嘅意識啊。不過我咧就有一啲咧，就係、叫做咩？我有嗰種叫做坐強扶弱嘅心態啊。有嗰個正義感。係啦，就是、有陣時咧，不過我唔，其實我都唔係好敢出聲。但如果我見到有人咧，即係坐咗啲關愛座，但係、如果關愛座或者誒離遠見到有個公公婆婆或者有個大肚婆或者小朋友咧，冇位坐，冇位坐咧。我會猛咁望住關愛座嗰人先嘅，係啊，你知道我嘅樣子，即係令佢我唔出聲，個人都幾惡噶嘛，知難而退啊，係啦，都唔係叫知難而退嘅，睇佢醒唔醒目啫，係啦，其實我試過幾次咧，係真係 work 嘅喎，你望實咧，佢尷尬，佢就會離開啦，係啦，咁啊都有如果喺你話喺巴士咧，我就覺得難啲咯，因為巴士咧可能個座位真係有限啊，如果真係人逼人嘅時候咧就。即除非可能有人挺身而出啦，可唔可以讓呢個座位俾婆婆坐咧？即要人出聲啊！所以你問點解冇人讓座咧？呢、這個就真係好睇翻大家嗰個公民意識咯，公德心咯。不過雖然阿 Bilibili 咧唔知佢呢個會唔會係 IQ 題，咁但係咧我哋都講咗我哋嘅經驗啦，即老師就會望住個關愛座座位啦。我就會咁嘅，如果我係喺附近咧，我就會打電話，即扮打電話，拎住個電話，喂。哇！我喺個巴士度好衰啊！而家啲人即係咧，即係霸住個關愛座。哇！嗰啲幾廿歲嗰啲婆婆冇位坐啊！真係，即係我扮講電話啫嘛。跟住如果佢鬧我嘅，我咪即係咁。我咁大隻咧，就冇人敢鬧我嘅。咁啊係。咁你就唔好啦。咁我喺度咁樣單打咗佢幾下之後咧，咁嗰啲人就會起身啦。係啊，我就會扮打電話，即係扮同人講電話咯。即係嗰啲咧，即係無端拎幾個電話，喂，哇係啦，但我驚啊呢樣嘢，我坐緊巴士翻嚟啊，不過啲人咧而家好鬼死冇光心啊，即係霸住曬關外座坐咁樣。我驚因為而家資訊太發達啦，即係我又驚咧有陣時幫佢出咗頭之後咧，可能有啲人咧已經揸住個手機咧，今晚成為 YouTube 嘅主角啊，全香港。即係好多人拎住手機好似作為武器咁啊，俾人拍片啊。係啦，不過就唔好濫用呢一個方式咯，但係最緊要即係。即係大家互相幫助啦，大家都 有需要嘅咧，就要讓俾人啦，係啊。好啦，咁啊睇翻大家嘅留言區先啊，咁啊見到咧男高音女生版啊，頭先就話阿星星抄啊，就講緊呢個似火探戈嘅時候啊。係啦。咁啊Gary 多謝 Gary 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謝你，同埋多謝。Like 卡位嘅 Super Chat 支持，咁亦都見到咧，Windy 入咗嚟，Hello Windy，Windy 你好。咁另外有位新朋友啊，嗱我驚我讀錯，不過盡量到咧係 Shook 海耶，係咪叫屬海啊？SOK 是 Shook，HOOI 是海，是吧？那這個拼音未見過呢，不知道會不會都是新加坡的朋友呢？多謝你們啊，是啊，歡迎你啊，多謝，歡迎。那再落一點就見到李美玉入了來了，是啊，蔡家老魚痴。那之後就見到 Danky 入了來，Danky你好，Hello Danky，Hello。是啊，一定有，我很眼淺啊，Stanley說，那啊，是啊，你都很眼淺，我都很眼淺，不過要忍住。如果唔忍住咧，其實我好睇氛圍嘅。如果周圍啲人咧已經有搣紙巾嗰啲聲咧，即係嗰啲紙巾包嗰啲聲咧，咁我就好放心喊噶啦。因為我搣嘅時候唔使人哋覺得我好古怪啊嘛，係咪？唔使 focus 我嗰晚睇嘅時候就冇人搣紙巾嗰啲聲啊，淨係聽到有少少索鼻聲咧，又或者聽到啲人嘆。嘆氣咧，咁嗰下我心諗，哎呀，冇人喊嘅，我好驚，我好缺題咁樣，我會嘅，所以我就忍住。或者咁咯，下次睇好煽情嘅電影咧，就攞曬成包紙巾出嚟先，跟住放喺個膠盒入面。哦，咁等你一拆咧，就冇嗰啲聲。都幾好喎。係嘛？好。而家好多唔同 size。你下次咪同我哋一齊去睇啊？咁你負責帶個膠盒啦。我會用隻手晾住。咁幾忙喎？好忙。好忙。我唔使紙巾啦，不如幫佢捽下塊面。唔使，耶。咁啊，冇一個臉紅唇。捽甩曬啊！捽甩咗，捽甩咗。好啦，央央就話爹哋喺佢身邊啊，準備聽生日歌。好。太好啦。咁我哋咧就放煙花先啦。咁首先祝阿英央央嘅爹哋咧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咁啊 ，Uncle Happy Birthday to Uncle 咁啦，好嘛？咁啊，祝啊央央嘅爹哋咧就身體健康，龍精虎猛，生活愉快，事事如意。好啦，咁我哋等個煙花上咗嚟個畫面咧，上咗畫面啦。好啦，咁我哋嚟咯，生日歌準備，好，一二三。
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Uncle,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系啦，龙精虎猛，要乜有乜啊？咁啊，系啦，咁啊，我喺呢度咧，平台里面咧就祝咧，祝 Uncle 啦。祝世伯好啦，咁啊，你生日快乐！打紧生日快乐嘅时候咧，我就起歌啦。好啊，波波唱歌，继续送妹姐歌送俾大家。好，好啦，大家一听我音乐咧，就会估到呢一只系咩歌啦。幻作烟云字，挥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延续不容易。父亲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虚似心往倾注，愿那天未曾遇。只盼相依，那管见尽遗憾世事，老芳华，爱火未灭，人面变异。祈求在那天重遇，诉尽千般相思，期望不再辜负我痴心的关注。被爱，期望不再辜负我痴心的关注，问那天会重遇。系啦，同样地喺套戏会出现嘅其中之一幕，如花同十三少，系啦，送俾大家呢一只。系喎，胭脂球。我一听呢首歌咧，又谂起张国荣，可能系佢之前有套电影，亦都系关于粤剧，系咪啊？咁啊，好似有啲关系。系边套电影啊？系咩？咩粤剧啊？系关于系咪啊？《霸王别姬》啊，系啊系啊。我但系嗰套好似个电影海报系做大戏嗰啲，但系嗰套冇梅艳芳。系嗰套冇梅艳芳嘅。但系一听唔知点解，一听呢首歌就会谂起佢。因为呢套有哥哥喺度啊嘛。我、哦、都有噶，有啊有，胭脂扣有哥哥噶，系啊。好啦，咁啊，阿 Eddie 就话啦，其实香港人咧好有爱心噶，大部分咧都会让座嘅。不过可能有啲乘客咧，本身可能佢有疾病，但系可能睇唔出。咁我都、即系我都觉得系嘅。嗯，系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坐咗关爱座，我嗰日痛到条腰咧。我又冇拎拐杖喎，你知道有段时间咧，我咪要拎住个行山杖嘅，咁我就出街啦。你督住咧，啲人以为你系行山嘅。即係我著波鞋咧，但係咧你行得慢，啲人咧會擁你嘅。咁我嗰次咧我就坐巴士嘅，我就翻尖沙咀，我就冇拎行山杖啦。即係諗住，好得七七八八，我唔拎啦。咁我就好痛啊，就我忍唔住，真係要坐個關愛座。點知一坐落去冇幾耐咧，就有人咧就有個伯伯啊，有個伯伯咧上車，佢就離遠望住我，然後跟住企到喺我側邊嘅。但係咧我嗰下真係好痛。無可奈何，我都要讓俾佢啊！係啊，但係即係嗰下可能佢唔會知道我腰痛啊嘛，係啊，所以我就啊，即係如果我一係咧就老啲，一係咧就如果我大肚，或者可能我真係要拎住個行山杖咧，我先至可以即係坐呢個位置，唔會俾人受到質疑咯。
即係有冇啲一眼可以俾人望出嘅嘅？係即係除非你真係包扎住，否則嘅話都有啲難度。我建議都係，其實我都想取消呢個關愛操，即係好易惹到矛盾啊。係啊，比較後生啲嚇，坐喺度又好似好大壓力。嗯，忽然間隔離有個婆嗰啲。呢個是一個文明社會裡面的一個的負擔的，其實我覺得 是啊，其實可以有可以沒有，不過即係但係如果沒有咧，就唔真係唔會有人真心想讓座，咁亦都係嘅，但係有咧，佢可以令到一啲人會識得唔好意思，真係要讓俾啲有需要的人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如果個位置係冇人坐，而即係好多位嘅，我覺得關愛座其實大家都可以坐嘅。咁但係可以、可能去到人多嘅時候，你真係要讓座俾有需要嘅人啦。係啦，即係其實咧就好難話一定啱定錯啊。咁睇下你 focus 咗啱定錯嗰邊。係啊。咁所以咧就。咁但係咧，至於關於關愛座呢個問題咧，Bilibili咧就已經開咗股，其實真係一條 IQ 題嚟嘅喎。係啊，佢就話咧，因為咧成車都冇乘客，咁所以咪唔需要讓座咯。哦，原來係 IQ 題嚟嘅。係啦，咁啊亦都見到阿葉生入咗嚟。葉生，冇錯。咁啊，同埋太陽能都入嚟啊。太陽能係啦，葉生葉太你好啊，太陽能你好啊。大家好啊，喺20:54見到啦，5:45入咗嚟啦。晚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啊，係55啊 ，Bilibili 就開咗股啦。系啊，仲有咧，就多谢尹生，多谢尹生嘅 Super Chat， 系啦，多谢你嘅支持 ，Raymond Show 嘅超级留言贴纸，系啊，多谢 Raymond Show， 阿明明都入咗嚟啦，明明你好 ，Hello， 梁哥都正式入咗嚟直播啦，多谢，再次多谢肥梁哥哥，多谢你，多谢晒。咁啊，老鱼翅就话啦，彩家雷石人，香港人真系好好噶，成经常让座嘅，我哋都曾经试过咧，有人让座俾我好几次噶啦，咁当然即系我都相信好嘅人有好多。交出我的心，葉生，我開播冇幾耐唱咗呢一隻歌啦，今晚睇下你有冇第二首歌想聽，話我知，咁我就再唱俾你聽。咁啊，夜鬼都入咗嚟啦，夜鬼你好，夜鬼你好，係啦，夜鬼都葉生啦，同阿圓圓咧都 say 緊 hi 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到阿睇先，哦，大家去互相傾緊偈啫，咁呢個我就唔複述啦。咁咧，香江花月夜。好啦，歌三類影啊，梅艷芳係咪啊？咁啊，見頭先都問緊 IQ 題啦，咁我又問一下個 IQ 題俾大家啦。嗯，好啦，咁好簡單嘅啫。咁啊，如果唔簡單，我喊噶，我嬲你。但有令人分心嘅。小紅維尼即係 Winnie the Pooh 啊，咁啊嗰只熊仔啊，小紅維尼咧，佢咗剪頭髮之後，佢會變咗乜嘢啊？佢有頭髮嘅咩？即係有多少嘅咁啊？係啊，有啲嘅。咁如果佢剪頭髮之後會變咗乜嘢咧？即係嗰只卡通人物啊，小紅維尼。咁啊，唔知剪咗頭髮之後係咩咧？咁啊，阿叻叻好中意小紅維尼嘅話，阿叻叻又嘗試諗下。喂，我分心啊呢件事。喂，我問啲小朋友會比較易估啲啊。小紅維尼剪咗頭髮之後係變咗乜嘢啊？係老師係嗰個都係個動物啦。老師係小朋友，係個動物啊。提示就唔係動物，提示咧就係呢四個字，我哋間唔中都會講下嘅成語。都算是成语咯，系啦，系咩 ？Winnie the Pooh 剪咗发之后会变成咩？系啊，系啦，即系我哋都会讲一个举动。我哋有时都会讲一个举动。好啦，不如老师又拣下歌嘅时候，又谂下呢个 IQ 题啦。咁啊，一只歌嘅时间，我又开估啦。小红为你好难搞，剪咗头发之后会变咗乜嘢咧？我决定要估到先唱歌。又即系啊，咁好啦，或者我唔好话佢变咗啲乜嘢啦。小红为你剪咗发之后，我哋会。即係估一估四個字啦，即係啲詞語嚟嘅。有咩分別咧？你呢個天使冇分別喎。咁因為你哋會諗個物件啊嘛，其實就唔係會變咗個物件，亦都唔關小紅維尼事噶，變咗呢一樣嘢。咁啊，俾各位魚翅朋友有冇 idea 先？好啦，俾個大提示大家咧，就會響一啲你哋識唔識啊？響一啲咩？響一啲寺廟裡面咧會見到嘅。嚇、啊？寺廟，即係中式嘅廟宇啊。係啦，咁呢個舉動就會喺寺廟裏面先做嘅。啊 ，OK， 已經有人答咗。拜神，你哋慢咗啦。OK， 好啦，而家正式開股啦。咁啊，多謝 Chan Kim Kong 嘅答案。小紅維尼剪咗頭髮之後就會削髮維尼。你都唔係講，你都唔係講削，你講剪頭髮喎。你個問題唔得啊。咁削，但係咧就阿 Chan Kim Kong 就係。確實非常聰明嘅，即係佢將你嘅，你佢將你嘅剪咧，成為咗個削啦。嗱，我真係估唔到啊呢、這個。
好啦，咁啊，可以太出啊！而家答咗咧，老师终于都可以唱歌。吓，好啦，睇大家嘅留言，大家睇下个留言区先啊。咁我就望一望，我望一望大家嘅点唱啊，大家帮手读一读留言先。好，咁啊，咁啊，大家都系喺度互相点唱紧啦，同埋打声招呼，大家都打声招呼嘅啫。咁啊。睇下先啊，汪旭娃咧就話：哦，汪旭娃頭先可能咧都係見到個封面咧就未改嘅，不過應該而家已經改咗噶啦，改咗噶啦，係啦，華哥又繼續點唱啦。Stanley 就話：可唔可以唱呢個封面女郎或者回頭已是百年身？咁另外咧就雨中的戀人們就兼啊振華哥啦，想點唱嘅。係啦，睇下先上面係咪已經圓圓最先估到啊？哦。圆圆估中咗噶，圆圆我唔知喎，未睇到佢答案。圆圆系嘛？哇，你好劲喎，犀利！你好叻啊！真系噶，真系噶，真系噶。点解嘅？点解嘅？圆圆点解嘅？好啦，咁我就拣咗呢首歌啦。咁啊，啱啱咧就呢只歌咧就系叶生就。本来是唱想点呢个交出我的心啦，咁啊后来咧就改咗啦，咁啊带嚟咧另一首歌啦，都系妹姐嘅歌啊，咁啊希望咧大家都中意，咁啊带嚟咧妹姐嘅《夕阳之歌》。多谢韦师兄都入咗直播里面啦，韦师兄你好，晚上好。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潜结这沧桑的眷眼。漫长路，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中心灰已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前结这沧桑的眷眼，漫长路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已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我心暗淡，路上风霜哭笑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嚟《夕阳之歌》，多谢叶生嘅点唱，多谢你嘅 Super Chat 支持。咁啊，亦都见到咧，而家喺上海嘅 Eric 咧都入咗嚟收睇直、收睇紧我哋嘅直播啦。Eric 你好，你好，豪哥 ，Hello， 多谢多谢。咁啊，继续啦，睇下睇下先啊。咁啊，另外咧就多谢兴哥嘅 Super Chat 支持啊。除咗妹姐之外，导师应该系唱得最好听啦。多谢多谢 George， 多谢多谢你哋嘅赞赏啊。唱妹姐的歌咧，唔可以太掉以輕心嘅。其實低音，我覺得低音係好難唱得好嘅。其實好多時咧，好多人練歌咧都會偏向去練自己嘅高音啊，或者即係覺得個 key 越高啦就越好聽，或者即係越多技巧。其實咧啲低音嘅技巧係比高音嘅掌握咧更加難啊，我覺得。咁我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妹姐啲歌咧，佢其實偏向咧都唔係話特別好高，不過佢要好有。好有心啊，個好有 heart 去唱，同埋要唱到嗰只歌嗰個深度，所以即係每次唱妹姐嘅歌咧，我都唔會覺得因為低音而輕鬆，我反而要覺得係將呢只歌唱得有嗰、那個嗰種情懷、嗰種精髓，先至係即代表到嗰只歌嗰種意境，係，所以我就覺得要好俾心機唱佢嘅歌。Gary 多謝 Gary 嘅 Super Chat， 亦都多謝尹生嘅 Super Chat 啊。咁啊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就見到咧吳華哥哥入咗嚟，吳生吳太你好，你好吳生吳太，吳生吳太 ，Hello。咁啊 Raymond 啦，新加坡嘅 Raymond 亦都多謝你嘅 Super Chat 支持啊，多謝 Bilibili 嘅讚賞啊，多謝大家。咁繼續咧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啊。咁另外咧。老師今次咧唱嘅同以前咧有唔同喎，多咗一絲嘅温柔啊，多咗啲温柔啊，係咁啊，多謝你哋睇得到個分別啊，太多謝。平時温柔啦，咁啊今次係更温柔。更温柔。你平時唔係咁講我嘅喎。咁啊，阿興哥咧就平時波波口甜，今日更加係啦，唔好俾佢改話題，係啦。係啦，阿興哥咧就話。即係有個皇冠啊，就話即係女王啦，女王唱得好好聽啊，聽到耳朵懷孕。咁咧佢三佢有三個大肚婆，咁可能咧即係懷咗三次人啦，三胞胎。阿針媽快啲過嚟啊，針媽。係啦，針媽教剪滾水盤毛巾。冇錯。男仔出翻去先，男士出翻去先。男士出翻去先啊。咁啊，見到阿莉都入咗嚟。阿莉，晚上好。阿莉 ，hello。多謝多謝。歡迎。咁啊，阿梁哥就話佢而家咧食緊晚飯，睇緊我哋直播喎。佢話咧，我哋做完直播，記得要食西餅同埋飲珍珠奶茶，因為老師嗰次唔舒服，今次補翻數。多謝梁哥，希望我哋中意。多謝梁哥，中意，多謝梁哥。咁啊，多謝阿李嘅讚賞啊，頭先入嚟嘅留言都多謝你嘅讚賞啊。咁啊，多謝大家。咁頭先見到個留言咧都幾好笑嘅喎。咁咧就話啊，應該係嗱，我唔知有冇記錯啦，因為要揾未揾翻。咁啊，蔡家路如此咧就話，圓圓咧肯定唔會削髮為尼。咁啊，點解啊？即係呢個唔係 IQ 題嚟，因為有 A 君，咁所以咧就佢就話圓圓肯定唔會做呢個動作。咁唔係我啱啱見到覺得幾得意咧。咁其實咧，心有所屬。嗱，雖然佢哋唔知係咪真嘅，咁不過我哋即係我哋攞嚟講笑咁樣咧，咁大家都同我哋參與埋一份咧。嗱，同宗教冇關嘅嚇，唔好介意啊。係啦，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係呢啲緋聞咧，即係等於阿 Wingo 同阿怡咁樣咧，即係。
即係真定假，我哋緋聞嘅真假咧，你係好難去確定嘅，要當事人話俾你聽先知嘅，係啊。係啦，永高有一萬個女朋友。咁真定假嘅啫嚇？就得啦，佢有啲猶豫啊。令佢成為一個秘密啦。好啦好啦好啦，見係你。咁大家有幻想思想空間。好啦，我想睇下今晚個點唱歌字啊，睇先啊。好，見到啦。究竟哦呢一隻？咁啊，帶嚟咧妹姐嘅回頭已是百年身啊！我再推推啲，唔使收細，啲聲古怪咗。好，唔該曬波波。好多謝 Stanley 嘅點唱啊，妹姐嘅回頭已是百年身。睡過再不見，在這天之後，說過抱緊一次，要分開一生都足夠，你卻說等我直至再擁有，我更加的捨不得，怎麼可以走？也許應回頭，此刻回頭，能再更緊握一雙手，可惜身能留，心不能留，人能承受多少傷口，再會說了，再莫要想以後，這一天的光輝有沒有？永远记得你在我的左右，却怕有朝相见，没有浪漫，但见白头。再见再不见，谁能猜得透？也许应珍惜今天，欢欣中放手。回头不应回头，来到这一刻怎开口，说不出离愁，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回头不应回头，来到这一刻怎开口，说不出离愁，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天的光辉已足够。回头已是百年身啊！啊，呢一只歌唔知系咪妹姐暂别舞台嘅嗰个演唱会嘅其中一首歌咧？我谂系啊，我睇个造型嘅，哇！但系好有型，我头先都俾呢个 M V 摄住咗，摄住咗，吸引住，系咁望住啊！舞台王者，佢系真系无人能可代替嘅，冇错，系啊。好啦，咁啊，睇翻大家嘅留言区先啊。头先讲到边度咧？哇！我头先挂住睇梅艳芳，要揾翻都需要一段时间。系啦，所以我考下你哋去到边度咧？
應該咧就二一一二左右啦。咁啊，頭先我記得我覆述過阿梁哥嘅留言咧係二一一二嘅，係啦。咁啊，梁哥就話咧，老師唱乜嘢歌都非常非常之好聽啊。咁啊，亦都見到大家係點唱啦。好多謝多謝。咁啊 ，Eddie Chan 都講得幾啱喎。佢就話圓圓係基督徒喎，就唔會削髮為你啊。係梗係啦，冇錯，就唔關任何人事嘅，係啦。最緊要咧就係自己啊。好啦，咁交俾阿 Wingo 接下力啊。好啊好啊，去到邊度咧？二一六啊。咁啊，見到。咦，大家都是跟大家打招呼，是啊，咁啊，多谢 Stanley 的留言贴纸啦，嗯，另外 Kissen Yu 就话最爱 JP 团队各位鱼翅同埋管理员，大家晚上好，嗯，多谢 Kissen Yu， 欢迎你，韦师兄咧就，哇，你跳咗好多 step 咯，你跳咗个 step 啊 ，Sophia Young 二一一四未打招呼啊 ，Sophia Young，Sophia 你好，二一一五啊，仲有就郑太 Wendy 郑生郑太 ，Hello 晚上好，你好郑生郑，快啲去翻二一一五啦你吓，我哋成日讲数目字，你冇睇数目字啊？系 OK， 我都睇留在，已经挂住睇下好吸引嘅梅艳芳，嗯，有阵时睇住老师都有同一个感觉嘅，系咪噶？系啊，诶，你头先讲开咩？都唔使点讲，唔记得啦，你一赞我就好开心，众所周知，系啦，唔记得噶啦，好，继续啦。啊，咁都差唔多覆述曬留言，差唔多喎。係啦，多謝 Kissen 啊 ，Kissen 都係頭先都啊 ，Ringo 都 say 咗 hi 啦。咁啊，多謝 Stanley 嘅 Super Chat 支持啊。咁啊，仲有嘅，多謝 Kissen 於，多謝 Kissen 嘅 Super Chat。好，咁啊，頭先哇，我哋今日似乎好似咧變咗咧 ，Anita 妹之夜啊。滿哥就話懷念妹姐之夜。嗯，系啊，其实唔系嘅，有准备其他歌嘅，系都仲有争其他歌嘅。但系因为阿妹实在太多好歌，系啊，一晚一定唱不妨唱多几首。系啦，如果我哋连续做三晚直播咧，都未必唱得晒。我哋唔倾偈，一定啊，系啊，唔收太多歌。呢个点唱就一定得啦。阿慧唔使翻工，系啦，唔好翻屋企瞓就得啦。咁啊，搞掂啦。咁咧，我哋頭先畫咗頭先嗰個幾鐘咧，就做咗梅艷芳啦。咁啊，嚟緊咧就將會陸陸續續咧，就帶下其他歌手嘅歌送俾大家嘅。係，咁啊，咁啊，喺老師揀緊歌之前咧，咁啊睇可能要睇點唱字啦。咁啊喺度揀緊歌之前咧，我又講一個唔係幾好笑嘅爛 gag 啦。你哋可能會扯我嘅，即係會扯咁樣啦。好，咁啊，我問大家啦。如果好笑就唔扯你。觀眾朋友都可以一齊聽嘅。啊，等等先。不過咧 ，Bilibili 就話我要休息啦，聽日先重温啊。晚安。哦。晚安 ，Bilibili。Bilibili 晚安。係啦，咁 Yong Yong 頭先就話咧，想點唱呢個故鄉的雨咧，俾佢生日嘅 Daddy 聽，轉頭為你送上。咁 Stanley 就話啦，睇到咧街頭女王啊呢個演繹啦，扣邊啊！進步啊！真係佩服佩服啦！哇，我自己唔好意思，不過多謝你啊，多謝你。喂，呢啲你講啊，我哋講。你慢啊你。我睇到，但係講唔切啦，係反應快。反應快係練翻嚟噶嘛？係咯。咪話你有少少唔舒服，而家有冇好翻？俾佢哋兩個激到好翻啦。係啦，冇錯啦。我頭先翻嚟咩樣㗎？喂，估中咗塊面青到啊！真係好恐怖啊！咩恐怖啫？因為個胃有啲痛啊，似翻我，我唔係胃痛啊，嚇，似翻個人啊，而家似翻個人啦，係咪啊？唔係啊，頭先似翻個本身個人，本身個人，我本人，我咁細聲你都聽到，我本人啊，全世界都聽到啦，你咁細聲，你對住個麥，細聲你會聽唔到啲，唔係老師頭先細聲啲啊，波波，不過老師頭先翻嚟個樣係好謝好攰啊，個塊面好青咁樣咯，係啊，想買杯熱茶飲咯，哇，飲咗杯熱茶好啲啊。呢個唔係最突然嘅，最突然係俾兩個激到我醒翻啦，係咪阿偉？同埋將即係啲我哋有藥用嘅功效，弱弱地治咁，你又聽得開心咧。係啦，多得波波 IQ 題同埋爛 gag， 係咪因為你慢啊？你快啲快翻啲啦，唔該，快啲啦！去咗邊度啊？你而家去火星？我角色都幾重要。你去咗火星喎？你變咗慢必。好啦，咁啊，見到阿 Shane Shane 入咗嚟。Sh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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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咁啊，睇下先，仲有啲朋友留言啊。Sophia Young 就想點上妹姐嘅《笑看風雲變》，葉生啊就想點呢個《情義兩心堅》。係啦。咁另外咧就睇先啊，尹生咧就同我哋 say hi 之餘咧就話啦，咩強乜嘢歌一定好聽？唔係邊有咁多fans同魚翅咧？話 JB 團隊好強，咩歌都好聽咁樣。係啦。咁啊，多謝你哋。多謝多謝。支持啊！許輝哥哥都入咗嚟，許輝哥哥，許輝哥哥你好，輝哥你好 ，hello， 系啦，多謝大家。我好似未嗌過韋師兄個名，韋師兄你好啊！佢哋有嗌過，我未嗌你個名啊。好咁啊，我米高都入咗嚟啦，米高 ，hello， 米高，米高，晚上好，你好啊，好咁啊，
你講下你嗰、那個笑話先。啊，係喎。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參與一下啦。頭先嗰個削髮圍你都幾多人參與喎，都證明大家都真係有聽認真啊。俾面你嘛。好啦，咁啊，唔係咁點啫？我想問，有吸引力嘅波波講你。即係咩鬼係最肚餓嘅？餓鬼。餓係咯。唔啱。好啦，大家觀眾記得參與一下。餵食鬼啊！餵食鬼都唔啱。咩鬼係最肚餓？即系冇咁直接啦。啊，睇下啲留言先。啊、好，见到阿 Kobe 五又点唱 ，Kobe 你好，你好 ，Hello Kobe。咁啊，大家或者都同阿 Michael 打声招呼啦。究竟咩鬼系最肚饿咧？油炸鬼，油炸鬼都唔啱嘅。唔系。咁啊，老师系咪有个笑得咁奸嘅你？唔系，我想攞翻个叉电器，我叉电器咧，我电话就嚟冇晒电啦，我入房攞翻个叉电器先。乘机行开系嘛？好少听到波波笑得咁尴。啊，系咯，尴尴地啊，呢个人。好啦，咁啊，我哋唔好理佢住，我拣歌啦。老师会带首咩歌俾大家听咧？喺首点唱歌曲，好多嘅点唱歌曲啊。系咪都仲系妹姐嘅歌曲咧？我都唔知喎，依家大家可能一听就会知道噶啦。大家估下。系啦，咁就总之系点唱歌。系。系啦。系啦，咁啊，识唱嘅即刻唱，唔识唱嘅抹低。好。为什么这么多电流声的波波波波你搞什么是的你去了哪里啊现在搞到你回来吧好了多谢叶生、啊、先唱了叶生的点唱歌曲、啊、情意两心坚多谢你情若真不必相见幸运，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托飞雁，愿剩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非为兼此心扑飞雁，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重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扑飞雁。欢何妨聚散？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扑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扑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多谢叶生嘅点唱啊，亦都多谢吴华哥哥嘅 Super Chat 支持，咁啊。
睇下先啊，睇下大家嘅留言區先。我見到華姐同緊大家都打緊招呼啦。嗯，多謝大家。好啦，咁我睇下先。係咩鬼咧？大家都估有人估食鬼喎、啊。係啦，食鬼都唔啱嘅。有人估九大鬼，九大鬼都未啱。係乜嘢鬼最為食啊？你哋會扯我嘅喎。咩鬼最為食啊？我預備咗㗎啦，打咗好多車嗰啲煙霧詞。鬼係最肚餓？啊，咩鬼係最肚餓？係啦，最肚餓。好啦，咁等我打定啲車嗰啲煙霧詞先。扯扯定知道嘛？咁啊，老師又揀下歌先啦。其實咧啊，我覺得呢個情義兩三堅啊，老師唱張德蘭嘅歌咧，就即係特別有嗰個味道同埋嗰個氣氛，係咪真㗎？即係，但係你又光明傳仲似嘅噃。但係你把聲又唔似張德蘭，即係但我係想講你唱呢類型嘅歌咧，係即係好好有感覺。小調嗰啲啊，係啦，一翻嚟聽好好聽啊，所以就第二啲類型嘅歌冇感覺。唔係第二啲類型嗰啲係超有感覺，呢個係超勁有感覺，係啦。雖然唱。孫燕姿啊、陳慧嫻啊、陳慧琳啊、鄭秀文啊、容祖兒啊嗰啲，全部都好有味道。但係張德蘭呢啲就特別有味道，係咪咁意思啊？真係㗎，係啊，即係王菲冇啦，真係即係王菲啊、張德蘭啊呢啲咧就係真係特別犀利。嗯，咁啊，喂，快啲開股啦！好啦，俾多少少牽屎，我唔想一開好似好冇癮咁啊！我好中意股。好啦，我俾啲牽屎啦，係俾多少少。咁其實咧，即係咩鬼係最肚餓咧？我哋成日都提住。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但係嗰個答案係咪有個鬼字喺度㗎？有㗎，即係我哋成日都提住呢句嘢嘅。激死！有陣時尤其是波波添，波波一晚直播有陣時會提幾次嘅。為食鬼啊？唔係，一晚直播會提幾次？係啦，即係咩？啊，頭先有朋友估過夜鬼，唔係都唔係，又唔啱啊！啊，咪又點啊？好難啊！喂，圓圓估唔到啊？圓圓啊！圓圓試下呗，我哋呢個 team。圓圓先。點啊？夾手夾腳搞掂咧？咩鬼啊？究竟係咩鬼咧？大家又諗下，即係嗱，阿美珍、美珍喺度喎，美珍你好，早晨，早晨美珍。咁啊，老師就鬼咁靚最好啦。咁老師梗係鬼火咁靚啦，老師梗係火美人。但係我哋有均真嘅，又唔會網上揾答案嘅。我哋中意自己估啊。佢自己諗嘅，應該網上揾唔到嘅呢啲。佢啲咁爛嘅，係啊，波波都波波啲冷笑話真係幾難。我咪好理，可唔可以好？係咪好了解你啊？係好了解，老師即係你哋會扯一聲，一講咗就扯咁樣。嗱，但係咪先啊？有朋友入咗嚟，我哋未 say hi 嘅，俾個機會阿 Wingo 揾一揾邊個未 say hi 先。我哋唔好幫佢，我揾下歌先。好 ，Kim Kong Chan 啊，咩鐘數啊？呢個。2130啊，梗冇咁厚啦。哦，又跳咗。唉，头先讲到边度啊？头先一路估紧嘢嘛。估紧嘢，你咪望下头先我哋读到边度咯，猪猪啊，快啲揾下。要咁样咧，佢哋先至揾得开心啊！猪猪，快啲揾啦。如果唔系，佢以为好饿。做咩啊？你冻啊？闩咗你个冷气啊啦。阿超，你唔知会唔会读错 ？Chao 啊 ，C H A O。C H A O Chao Chao。诶，2127。嗯 ，Chao 你好 ，Simon Low，Simon Low 都入咗嚟 ，Simon Low 系 ，Simon Low 你好 ，Shing 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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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招呼噶啦，系啦，你再睇下啦，仲有冇？呢位小朋友揾得晒啲人啦，哇，下边都有新朋友入咗嚟啦，好好好啊，诶，新朋友好叻啦，新朋友俾咗个答案，咁我就开股啦，咁啊，冻啡小甜欢迎你。咁啊，歡迎你啊！咁啊，你都講咗個答案啦。咩鬼係最肚餓咧？好鬼肚餓啊！咁有時一晚直播真係會講幾次好鬼肚餓咁樣咯。幫你刪咗支麥佢先，唔準再講嘢你今晚。唔係我哋個支係你個支啊！喂，講唔到嘢喎，點解咁啊？打手語，打手語。你哋唔好扯喎！靚女 Yannis， 系啦，俾咗六個點你啊！即係有啲烏鴉飛過啦，開始噏，好鬼肚餓。喂，咁等我，我即刻冇 mood 啦！呢個 moment， 大家唔好 set 住，等我又出一題俾大家諗啊！嗱，唔好笑我唔笑噶，唔係 OK 嘅呢個，我覺得 OK 好笑咋。阿 John 同阿 Mary 咧就去一間餐廳嗰度啦，咁啊面對面咁啊食緊嘢咯。咁咧，大家都對大家有啲意思。咁啊 ，Mary 又想知道阿 John 嘅經濟基礎啦。咁啊，咁啊，問佢：喂，你今年幾多歲啊？跟住阿 John 就攞先喺佢自己杯凍檸茶咧，就攞塊檸檬出嚟。咁然後阿 Mary 都佢代表咩咧？我問佢哋幾多歲，點解拎塊檸檬出嚟咧？咁跟住阿 John 咧就向阿 waiter 就攞張紙攞支筆，
咁然後咧就用英文寫咗檸檬呢個英文名，咁一寫出嚟咧，阿 Mary 就估到佢幾多歲啦，就知道咗啦。叫個 waiter 攞張紙寫，寫個檸檬呢個英文出嚟啊，係啦 ，lemon。冇錯，咁然後就嚇、啊，今日知道佢幾多歲啦。未想到喎、啊。好，咁啊，等大家諗下先。等大家諗下先。點解咁難㗎？你哋今晚啲嘢。呢個我諗咧，呢、這個我諗大家唔會扯嘅。講個答案俾大家聽之後。可能係會講粗口嘅。我哋唔會講嘅嚇。我都有信心。你唔準講。我有信心。唔準講粗口就。你會講啊，係。唔準講粗口就。好，咁俾大家一首歌時間，你又諗下啦。好，唱歌先，要揀歌喎，唱歌先。我而家有啲唔開心啊，今晚啲嘢棘住我啊，你哋嗰啲難題，但係又唔係話好難。我而家有啲唔開心啊。咁睇你點睇啊，難唔難呢樣嘢？哦，肥龍哥哥話喺我哋對面有一間九龍餐室食緊飯啊。哦，美珍話真係可以減壓㗎，令到每個人咧大小一餐啊。我只係聽幾首歌咧，一陣間咧就要出去咧修理汽車啦咁樣。好啊，多謝美珍，喺留喺美國嘅美珍、哦，多謝你啊！阿國入咗嚟，阿國晚上好 ，hello。無聊 IQ 題啊，買咩生果係最易俾人呃嘅？哎呀，咪呀，咁多嘅，好辛苦呢、啊、件事。買咩生果？我想估，但係我要專心唱歌。個腦越嚟越大。呢條問題係咪上次出過啊？火星玩轉地球，我記得好似出過喎、啊。啊，關於果語嘅。唔記得咗答案係咩？諗一諗先。好，咁啊，老師又要諗下唱咩歌。哇，老師三樣嘢一齊諗，真係辛苦。你嚇一嚇我，如果要即刻要揾歌出嚟先啦。唔計啦，阿國歡迎你，係啦，阿國你好。哎呀，你好啊， Hello, 阿國你好。咦，咁啊，咦，我見到阿 Gary 拉打咗個答案出嚟喎，七十喎，唔知啱唔啱咧？七十唔啱。哦，七十唔啱嘅，好。我都唔識啊呢條，即係完全諗唔到。哦。你哋老師好似有咩眉目咯？有眉目咯？冇啊，冇諗唔到啊！見你同眉黐一黐喎，係咪諗唔到啊？好啦，好啦，唱翻首好快歌，好俾大家。帶翻首一首妹姐嘅快歌俾大家聽先嚇。不是这个版本播着个音乐先大家又看看是什么歌了估不估到啊多谢太阳能多谢 William、啊、我的亲爱还有 Simon Low 多谢好不如我先唱了 William 的点唱先、我看到答案已经出来了、啊、William 呢就想唱一首歌送俾佢女女嘅，呢首歌就系我的亲爱。咁啊，我哋一齐送呢一首歌俾 William。咁啊，take care 啦 ，William。好啦，咁亦都多谢你嘅点唱啊。嗯。答案出咗嚟系乜嘢啊？永高啊，蔡佳老如是估中咗啦，系37岁啊。咁究竟点解系37岁咧？系咪而家开埋股啊？潦草写法咧？定系等老师唱埋呢首歌先？哦，你开股啦。我你话你已经讲咗系啱啦，咁你要开定开埋股啊？因为阿 Mary 咧就喺张纸度写咗，见唔见到啊？吓 ，Mary 呢个名啦。咁喺阿 John 嘅视角咧就系咁样睇嘅。Now 37，所以佢就知道咧就系37岁啦。系喎，就咁啦。哦，會唔會扯先？聽呢個答案會唔會扯先？唔係啊，幾好啊！呢、這個幾有新意喎、啊，一係調轉寫就37歲。我平時又冇乜出 IQ 題，但係好彩今次都 OK 啊。我85歲，下次嗱咁咧，阿老師啊，你嗰件心事咁啊，可以梗係唱歌，專心唱歌啦。咁你嗰個咩話？你嗰個開好鬼肚餓，好鬼肚餓咯！你嗰個37，唉，我個人好亂啊，而家好。好啦，多謝首先要多謝咧嚟自紐約嘅 William 啊，咁亦都多謝你嘅 Super Chat 支持。咁呢一首歌，我哋鄭重將呢一首歌送俾你嘅女女。咁啊 ，William 同屋企人咧都要 take care。咁帶嚟咧我的親愛，我哋成個 JP 團隊送俾你。知道。
谁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怀念又有期待，了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郁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对我已不懂再别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再？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 Sayonara oh, Sayonara oh， 如茫茫匆匆的爱在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永续爱你，但你总不说理睬。 Sayonara oh, Sayonara oh，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要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对我已永不懂再别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再？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 Sayonara oh, Sayonara oh， 如茫茫匆匆的爱在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 Sayonara oh, Sayonara oh， 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Sayonara oh, Sayonara oh，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好，带来我的亲爱，送上最亲爱的女女，也都希望你们收到这份的心意。多谢来自纽约的 William。 好了，那跟着呢下来呢，我们也都 有朋友 入了来我们直播的，那也都陈桂月你好啊，多谢你。那另外呢就多谢兴哥的 Super Chat 支持，那多谢大家。刚才韦师兄说什么正常啊，未看到大家的留言添，继续看看啊。咁亦都多谢大家俾咗好多嘅紫色嘅心心我哋啊。咁继续睇下大家嘅倾偈。好，再次多谢你哋每一位，希望听到雨雷抱拥陈慧娴。咁啊，好，咁啊 ，Janice 咧头都同紧大家打招呼 ，Michael 都同紧佢 say 紧 hi。咁啊 ，William 咧亦都喺呢度咧，多谢大家。好，咁啊。
Ken Learn 就指教老師生日歌，好啊，冇問題。咁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將情緒咧去到又去一個咧生日歌嘅情緒裏面啦。咁我哋要放下煙花先啦。咁、啊 Ken 咧就係咧嚟緊咧呢個星期三生日嘅，咁喺呢度祝你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咁啊 ，Bob C 係啦，心想事成啊。Bob C 都入咗嚟我哋直播裏面啦。好，咁我哋咧放咗煙花先，我哋就開始啦。咁啊，煙花未到之前就見到啊 ，Kenny 拉都入咗嚟喎，早晨 ，Kenny 早晨啊，係啊 ，Hello， 好多謝越洋收睇緊直播嘅朋友啊，咁好多謝大家都對我哋咁支持啦，呢份關心啦，同埋呢一份嘅鼓勵啦，咁啊，雖然我哋隔住個直播，隔住個屏幕。咁啊喺大空氣之中咧，同大家見面，咁好感恩咧。大家係以前喺呢、這個我哋嘅家宴啦，大家都有曾經參與過啦。咁可能大家都唔係住喺香港嘅，或者係身在外地，都好感謝你哋每一位。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繼續咧用翻昔日嗰種支持我哋嘅力度啦。咁啊，繼續支持我哋嘅直播啦，同埋多啲同我哋見面啦，因為我哋相識也是緣分啊。係啦，希望我哋呢個緣分咧可以 keep 住咧好永恆嘅，係啦，希望可以大家咧都同我哋多啲見面，係啦。咁啊，亦都見到咧 ，Vincent 入咗嚟咯 ，Vincent 哥哥你好，你好 ，Vincent 哥哥，係啦。咁啊，彬彬咧都入咗嚟啦，彬彬你好 ，Hello， 彬彬你好，係啦，好啦，後面已經好多煙花啦，咁啊，我哋喺呢度咧就將我哋嘅生日祝福咧送俾 Ken Lang， 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啊，生活愉快，萬事勝意。好，嚟落準備，一二三。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Ken Lang, happy birthday to you。多谢你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姐多谢你啊，平姐都入咗嚟直播里面，亦都好多谢平姐咧带嚟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谢。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带嚟咧另一首嘅都系点唱嘅歌曲啊。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喜欢嘅一位歌手嘅歌嚟嘅。咁啊，送上咧《爱与痛的边缘》，多谢大家。好圣诞啊，你哋，啊，圣诞快乐！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若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多谢新加坡平姐嘅点唱，带嚟爱与痛的边缘，多谢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
星星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只恋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爱与痛的边缘之后呢，带来另一首歌送给泱泱的爹哋，祝佢生日快乐。佢嘅点唱《故乡的雨》，多谢平姐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谢。心心记望着这信泪已
碎，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多肯飞去。特别将呢一首歌咧送俾生日嘅 uncle 啊，祝你身体健康，带嚟故乡的雨。多谢泱泱嘅点唱。咁头先喺唱歌嘅时候咧，就收到啊 Danky 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谢 Danky， 亦都多谢平姐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谢，同埋多谢 Vincent 哥，多谢大家。咁我睇下留言区先啊，背景咧系赤柱嘅路上啊，哇！呢条片犀利啦，就是、阿国咧帮我哋咧拍嘅，系阿零六零六一五阿国哥哥拍嘅。咁头先阿国咧就俾咗个答案我啦，就是、提子啦，系啦，提防偏子，冇错冇错。好啦，咁我见到咧就阿兴哥咧就同阿 Mabel 姐咧 say hi 啊，系咪 Mabel 姐姐入咗嚟啊？二一五一啊，咁阿 Mabel 姐姐你好、，Mabel 姐你好，身体健康啊，希望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最紧要快啲好翻，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啦。咁希望咧你快啲好翻啊！咁我要同你食餐好嘅，咁啊庆祝身体健康。咁啊快啲好翻，快啲好翻。冇错，身体健康系最开心嘅。系啊，咩都可以做到。系，咁啊多啲休息啦，同埋而家仲有冇好痛啊？咁上次因为咧，我都知道 Mabel 姐即系跌亲咧，成个背脊都伤咗，系啊，咁就好痛啊。咁啊好彩咧，即系阿女咧翻到屋企咧，即刻咧就即系帮妈帮妈妈，系啦，即刻就照顾佢啊，系啊。咁希望冇乜事啦，系啊。嗯，加油！加油！加油啊！咁啊，多谢你哋啊，同埋咧，阿峰先入咗嚟喎，阿峰先 ，hello，hello。咁啊，另外咧，再望一望先啊，背景系啦，头先讲咗啦，赤柱嘅路上啊，大家好叻喎，如果有坐开巴士，可能都知道嗰个路线喺边度，即系咁都认得咁啊，劲犀利啊嘛。系啦，保护艺人你好 ，hello， 保护艺人，保护艺人 ，hello， 好。好啦，你好啊，咁我跟住咧就带嚟呢一首歌咧，呢一首歌系一首英文歌，咁啊，我记得我之前嘅直播咧都有唱过，咁啊，希望咧今晚咧大家都中意呢一首歌，因为呢一首歌咧系讲一个人唔同阶段，但系佢嘅梦想同佢嘅希望啊，咁啊，同埋一个对于梦想或者对于自己所做到嘅嘢咧一个态度，咁啊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希望大家喜欢。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Just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Sel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Que sera, sera K
Sela Sela 咧，一個西班牙話嚟嘅，即係話我哋要處之泰然啊，由得佢啦，由得佢啦咁樣啦。有啲凡事又唔可以太強求啦。咁首歌我講咩？一個小朋友咧，佢問佢媽媽第日會自己會唔會好靚啊，會唔會好有錢啊咁樣啦，第日會變成點啦？媽媽就答佢啦：未來嘅嘢咧冇人知㗎，我哋咧隨遇而安啦，我哋咧做好自己，隨遇而安就得啦。咁當佢咧去到成長嘅時候咧，佢同佢嘅情人就講啦：喂，情人啊，我哋第日咧會點樣㗎？我哋個生活我哋會好美滿啊！情人亦都同一番説話咁答佢啦。咁到佢咧，佢哋佢一齊咗之後咯，咁到佢嘅小朋友就問佢：媽媽，我哋日咧會好有錢㗎？會好靚啊？咁樣啦。咁佢用翻咧，佢媽媽答翻佢自己嘅小朋友啦，都係用翻呢一番説話啦。咁我覺得呢只歌咧，好似講緊一個人生咁樣。我哋凡事係啊，凡事都處之泰然啦，樣樣嘢都輕輕鬆鬆、開開心心咁樣咧，我哋人生咧都會開心好多嘅，都開心啲。係啦，咁啊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好啦，咁亦都多謝大家嘅留言貼紙啊，咁亦都多謝平姐，多謝 William， 多謝大家，亦都多謝蘇國華，多謝你哋每一位。咁啊入咗嚟嘅朋友咧，記得幫手咧贊好喎嚇。咁啊，因為俾 like 咧都好緊要㗎。係啊，大家嘅分享就令到更加多唔同。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見到我們，可以一起開心地聽節目，越多分享數就越大機會給 YouTube 就推送我們這個頻道上較高的位置，沒錯，令到更多人認識。咁咧，亦都多謝大家咧喺個平台裏面咧祝福我 Mabel 姐快啲早日康復，快啲好翻啊！咁希望咧我哋呢一個嘅齊心嘅祝福咧，令到 Mabel 姐姐咧就個康復個進度咧越嚟越好。冇錯，加油！咁啊，有位新朋友入咗嚟咯，喺2158嘅時候咧就 Eileen Fong 咧入咗嚟啦，好聽，多謝你 Eileen， 歡迎你，歡迎新朋友入嚟。咁我哋俾掌聲所有嘅新朋友先，亦都再俾啲掌聲咧，我哋咧所有嘅舊朋友啊，全靠大家嘅分享點贊，多謝你哋。咁啊，多謝你哋。咁同埋好多嘅管理員朋友咧都好啊，喺嗰個直播裏面咧幫手咧就維繫啦，同埋同大家打招呼啦，好似一家人咁樣。喂，先講咩？佢話街頭女王十月生遇刺朋友啦，日漸增。JP 頻道播至今，真係越睇越開心。哇，好犀利！多謝你哋，多謝你哋。每次好多朋友都會寫詩俾我，我都好好開心，因為都好有回憶感啊。多謝大家，咁我哋會記住大家俾我哋嘅支持啦，同埋支援啦，多謝你哋每一位。咁喺呢度再一次多謝咧，就透過銀行嘅轉帳啦，同埋大家嘅手機應用程式咧，就係咧支持我哋，同埋真係實際去支持我哋每一位嘅歌手啊！喺呢度再次多謝大家，多謝你哋，好重要，好重要。咁我暫時就將時間咧，我要交俾我嘉賓啦。咁啊，永功同波波啊，唱歌啦。好，好啦，咁我睇下大家先。我係 George 太太啊，伊玲話：哦，你好啊，伊玲，多謝多謝。原來 George 太太 ，Hello，歡迎你啊，歡迎。咁日後多謝阿 George 啦，咁啊，多謝 George， 一齊嚟，冇錯啊。日後多啲入嚟同我哋見面啦，睇下有啲咩歌中意咧，可以同我哋點唱啊，睇下我哋識得唱，我哋都即刻可以送到俾你哋。冇錯。好啦，咁啊，咦？未撈到，你哋繼續講住嘢先。好，係啦。咁啊，趁你未撈到嘅時候咧，就見到咧，阿國就話啦：，哎呀，好耐冇見啦，冇見我啦，已經咧超越你，已經咧超越咗靚啦，係型同襟體啊，10027，多謝你啊，國。多謝曬，多謝曬你。見到啦，見到啦，係喎。老師，我今晚好忙啊，已經咧。開放了五個人新加坡這邊，恭喜，其實越開放一個人多，就代表個舒緩了，進度越穩定了，舒緩了個疫情。但係記住唔好掉以輕心啊！不過係咪要再打第三定第四針啦？開始要即係加緊呢一個防疫嘅措施啊，係咪啊？係啦，咁所以就要take care 啦，係啊，小心小心。咁阿國就問阿偉師兄啊，佢唔知係咪李白嘅後人啊？點解啊？佢因為吟詩作對啊嘛，李威啊，李威或者係蘇東坡蘇適嘅後人啊。好，咁啊只歌就準備咗啦，咁啊打一隻點唱歌俾大家。咁啊唱阿公嘅歌咧，咁啊我係義不容辭嘅，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蘇永康，送俾大家嘅係越吻越傷心。问你哪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伴来年
面像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吻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等目完全无神而你似强制内心的斗阵越问越上心明明无余地再过吻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上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可以坐更近但你只听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早觉得我不再吸引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笨但你只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而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问越上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上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何必追问远近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上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无谓再心悲求送给大家的是苏永康的歌越吻越伤心，嗯，正啊！眯埋眼直头系听到有苏永康嘅语气入咗嚟，但擘大眼啦，就呢个系林波波嚟嘅，系啊，靓仔过苏永康，咁梗系啦，梗系啦，仲使讲嘅，公认啊，系啦，自信系要有噶嘛，我承认嘅，我承认呢个系真嘅，系啦，啊，唔知出到街会俾人揼咧，啊，至少呢度冇人揼你先啦，边个唔认同我讲法啊？我冇冇冇。全場正曬，冇人反對，即係全部認同啦。咁啊，睇翻留言區先啦。一分鐘前咧 ，Mabel 姐就留言咧話：，我做咗手術，食咗止痛藥啦，都好痛，大昏迷啊！今日咧停咗咧四種止痛藥嘅，咁入嚟同大家見面啦。多謝咧老師咧唱《乘風破浪》咧為我打氣，亦都好多謝咧咁多位朋友咧對我嘅關心啊，感謝。咁咧亦都希望咧 Mabel 姐咧快啲好翻啦。咁我原來阿 Mabel 姐入咗醫院做手術啦。咁啊，希望快啲好翻啦。咁疫情嘅時間即係都要好好咁休養自己啊，係啊，咁啊，亦都唔好咁操勞啦，唔好操勞，係啦，休息下，係啦，有啲咩揾呢兩個壯男去幫你得噶啦，嗰啲琴高琴低啊，嗰啲掃下地啊，攞好高嗰啲嘢嗰啲咧，冇問題啊，你放心嚇，冇錯，係啊，咁啊，佢哋任勞任怨嘅，放心，嗯，係啊，我講噶嚇，唔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咪認唔認同啊？認同200%係啊，冇錯，義不容辭啊。等我睇呢度順便睇下招幫人手做嘢先，係啊，揾工啊，即係咪啊？揾工，好多謝 Gary 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謝你。多謝 Gary Lai， 咁啊，繼續睇先啊。好啦，咁啊，多謝你哋嘅讚好啊，你嘅手指功啊。
嗱，呢個手指公之餘，仲要喺外面記得撳個贊好俾我哋就更好啦。冇錯，姜明哥入咗嚟咯 ，Hello， 姜明哥。明哥你好。明哥 ，Hello。你好，你好。好啦，仲有咧，德哥，多謝德哥入咗嚟收睇，多謝。德哥 ，Hello。多謝德哥。好啦，咁另外咧就係啦，差唔多啦，入咗嚟嘅朋友啦，我哋都喺度傾緊偈啦。好啦，永高咧就準備咗一隻歌咯喎，咁我亦都揀好咗個個聲線啊，聲音啦。頭先聽到老師送一首英文歌俾大家啦，咁我而家亦都送上我其中一隊最深愛嘅樂隊啊，披頭四嘅一首作品俾大家，就係、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送俾大家。即係點解呀？好多嘢我都知道咗噶啦，咁樣。我唔知道有冇解錯，因為以我呢個有限嘅英文程度。哇！你唔好咁啦，你呢度最叻個英文係你喎。係你喎，唔係我啦，係我。眾所周知係老師。我中一程度嘅啫。我見到呢度好少一嘅啫喎，有個字啊。我要為咗證明我啲英文都 OK 啊。你咪睇 John Lemon 啊。John Lemon 啊嘛，頭先你啱啱先寫完，咁我識㗎。檸檬啊，係啦，檸檬啊。仲有 Paul McCartney 係咪啊？係啦，冇錯。我啱啱睇到一幅相啊，咁就話佢兩位咧都已經超過80啦，咁啊好叻。咁啊佢嗰張相咧就係佢80啊、70啊、60、50咁樣啦。咁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冇乜點老過。咁啊一隊好經典嘅樂隊，披頭四嘅兩位主音。咁啊而家馬上將個時間交俾永高。嚟啦！好，送俾大家。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with a girl like you, that I would love everything that you do, and I do, hey hey hey, and I do, whoa whoa, I never realized what a kiss could be, this could only happen to me, can't you see?Can't you see that when I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oh, you're gonna say you love me too, oh, and when I asked you to be mine, you're gonna say you love me too.多謝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送俾大家嘅英文歌，同埋都中意我哋 JP 團隊送俾你哋嘅每一首歌啊！係啊，多謝 Mabel 姐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謝你啊！咁亦都見到 Tony Ching 咧都入咗嚟，唔知道你收咗工未咧？亦都多謝你入嚟嘅時候咧，都送咗張 Super Chat 嘅貼紙咧支持我哋嘅直播，多謝你啊 ，Tony Ching。Tony 你好，你好，大家好。咁我亦都多謝 Kisson 啦，美國嘅 Kisson 啦，仲有咧姜明哥嘅 Super Chat 支持，多謝大家，多謝好。咁我
係啊 ，Beatles 真係好犀利啊！即係佢除咗頭先呢一隻啦，咁其實咧，我頭先你一唱到副歌咧，我就諗起And when I touch you, I feel happy inside. I wanna hold your hand， 同埋即係會諗起佢嘅其他歌。咁、哦、啊，即係Pearl 死都其實都影響幾深遠。係啊，咁、雖然我唔係嗰個年代啦，我聽開 Chains 啊、Boys 啊咁樣。OK， 明㗎啦，明㗎啦。是明白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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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看大家先，永高唱英文歌好好听啊！肥良哥哥话：多谢多谢你，多谢你哋啊！肥良哥，老师一定读书好叻，唔系嘅，我读书好蠢嘅。但系个人劲聪明，唔系吸收力劲强，即系老师嗰啲话得噶啦。诶，老师话我读书好蠢嘅，年年都系考头三名啫嘛，即系都未考到第一咁样，所以就发力都唔系好叻咁样。边有咁叻啊？老师就话：哎呀，我好蠢噶，今次第三名啊！老师最得人中意嘅地方就系谦虚，系啦，冇错，好谦厚。你唔好咁样啦，讲到好似好假咁噶，你哋会吓谦虚太过分就变假噶咯喎吓。系啦，唔可以过分谦虚嘅，系唔可以过分谦虚嘅。不过我承认我系聪明嘅，系老师系极聪明。O K 啊，谦虚嘅人系最聪明嘅 ，Eddie Chan 哇，你哋讲中晒我啲优点嘅，点解咁叻噶你哋？系啊，即系平时讲 I Q 题，老师咧十次有九次都好快谂到。咩嘢？即系你今日嗰啲我好难估啊，你仲好讲。我今日嗰啲就特登揾啲烂啲嘅，等你估唔到。系啦，系啊。是針對你而出的好了，那我們要唱生日歌，我現在都不想睬你住了。生日歌來了，那放緊好靚的彩色煙花了，送給小林啊，生日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啊，要那樣有那樣，生活愉快，那來了，準備我啱啱收工啊，遲咗入嚟，下次早啲入嚟支持各位，唔緊要，好嘅。多謝你，多謝你。咁啊，嗱，係噶咯，應承咗我哋下次早啲入嚟，記得每次都入嚟噶。咁啊，送首生日歌俾你聽先，準備一二三，祝你生辰快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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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小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樂。要乜有乜耶？哎，講咗嗰句咁講啊，心想事成，日日都開心。係啦，最緊要就開開心心，身體健康啊。冇錯。阿國咧就話啦，我咧一隻耳咧兩用啊，左邊耳仔咧就聽緊 Danny 嘅夏天唱。Danny Summer，Danny 夏天啊，我諗 Danny 夏天，哦原來 Danny Summer 即係夏兆星嘅空凳，右邊係聽緊你哋唱嘅，哇你咁多心㗎。啊。曳啊你！唔係因為阿國前兩日同我講，佢話有張免費飛啊嘛，攞到。哦，你睇緊演唱會啊？係啊，阿 Danny Summer 同阿 Joey 聽啊，即係吉他之神，我都好想去。其實我都想去，哇！呢個 show 一定好睇。我好耐冇睇演唱會啦。係啊，我都好想去啊。呢兩個簡直係神級嘅歌手。係啊，哦，但係即係細，我細個嘅時候，我認識 Danny Summer 咧，就係唔知，我覺得佢個。佢嗰個歌手嘅形象，我覺得佢好似好 rock 好狂野啊！咁咧就所以咧就對佢以前冇乜太大認識啊。其實咧好好笑，我一次睇開電視睇個節目咧，佢而家喺一個 TV 裡面做一個甜爺爺嘅節目啊。咁啊就同佢個孫咧，其實Danny Summer 咧就有啲同佢個孫咧嘅關係好好嘅。咁佢咧就喺佢自己嘅私家車嗰度咧，就每次都喺架車度開直播，咁就擺咗個鏡頭喺度啦。咁佢就俾一個假嘅太盤咧個孫咧一齊咧就扮揸車，咁佢就喺度揸車啦，咁啊傾偈嘅，咁啊。潛移默化之下咧，即係個孫仔咧好中意，即係周圍去啊，同埋即係好對於嗰啲揸車嗰啲咁嗰啲嘢咧好中意啊。咁亦都不斷咁樣分享啲自己佢後生嘅時候啲音樂，同個孫仔去傾啊咁樣咯。咁跟住咧，佢就話啦：，啊，點解啲人咧就係知道咧我嗰啲空凳啊、交叉點啊咁樣？其實我好多好歌㗎，我有新歌㗎咁。咁佢好似之前佢有隻歌咧，就係叫做係咪叫係咪 Departure 啊？有隻碟啊，有隻碟叫 Departure，其實佢係講外星人嘅，係啦。咁佢其實裡面咧好多歌㗎，不過咧大家可能咧就聽慣咗呢個交叉點啊、空凳啊嗰啲歌啦。太經典。佢話大家要聽下其他嘅歌啊，咁樣咯。咁我相信留意喎要。係啊，但係佢係咪第一次喺紅館開自己個人演唱會啊？
應該我唔敢肯定，我都唔肯定、啊。我淨知佢以前有個叫做暗嘅演唱會開過幾次嘅，喺邊度啊？都係紅館啊？就唔知係咪紅館？嗯，因為嗰時太細個啊。咁啊，即係我你都知啊，我你大過佢噶嘛，你點會細個啫？我都聽開串，有啲矛盾喎。係啦，你而家翻唔到轉頭噶啦。你自己黐埋我篤自己個盾。係啦，都唔可以咁樣噶啦嚇。係啦，咁所以就唔知係咪紅館。咁但係咧，即係至於老師頭先講呢個 departure 嘅大碟咧，就即係真係要留意一下喎。咁其實即係Danny Summer 都係一個幾特別嘅歌手嚟嘅。係。所以真係都值得去聽樂壇嘅教父啊嘛，係咪啊？香港樂壇教父啊！我係中意佢講嗰啲，佢中意 rock 啊，係啊，係好中意 rock 嘅搖滾教父。搖滾教父係啊，哇！你糾正到我，我就覺得我自己講出嚟好似有啲唔係好對勁咁樣，爭少少。佢其實咧，佢都幾忠於一個正宗嘅 rock 嘅，即係佢意思就話切頭切尾嘅 rock 係啦。佢話你唔係打個餅棒就叫 rock 嘅，即係我記得佢後生嘅時候聽過佢一段訪問，佢又唔係打個餅棒就叫 rock。咁其實 rock 就即係你慢嘅 rock 都係 rock 啊嘛，即係 slow walk 咁都係 rock 嚟嘅。咁所以咧就佢都幾堅持個 rock。即係個搖滾呢一樣嘢咧，係要有正宗嗰個味道出嚟嘅，咁所以我都幾欣賞佢呢一樣嘢嘅。係，所以真係好嘅歌手咧就不可多得啊，真係要好好珍惜嘅。佢有開演唱會就都係一定要去睇。不過我就唔知話原來阿國咁勁啊，一邊聽緊 Danny Summer， 一邊就聽緊我哋嘅 JB Channel 啊。多謝你啊，多謝你阿國。好啦，咁啊，亦都多謝興哥咧就買嚟呢個Super Chat 咧，亦都點唱呢個明天會更好啊。咁咧就祝各位咧 JP 嘅老友記咧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啊，支持彭子嘉，多謝你，多謝多謝，哇，好有力啊呢句説話。咁我哋咧就不如一齊合唱啦，好唔好？我哋三個，好，好啊，帶嚟呢一首咧，明天會更好。誒，但係呢度冇分男女嘅喎，你哋記唔記得嗰啲角色啊？我呢個我驚啲聲唔靚啊，我驚佢會跳線啊。咁穩定個歌詞咪唔使驚分唔到啦。好啊。好，睇下先啊！小林就好感動啊，生日咧十一月生日，係你入嚟我哋嘅直播裏面咧，我哋好多感動嘢可以感動到你哋噶，所以大家不妨咧就繼續多啲介紹係啦，俾多啲朋友認識我哋。假小姐說：林來慧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對對對對對，你有沒有想我啊，假小姐？我們也是。就怎么就过了三年呢？三年很快啊，其实不止三年了，差不多四年了。对，好了，对我开直播已经有差不多四个年头吧，差不多了，所以跟大家认识都差不多四年了。嗯，咁啊，希望疫情之后我们快些能够见面。对呀、啊，再次出去玩。对对对。你要过来香港跟我们见面，或者是我们飞过来跟你们见面可以。但是哪边很冷啊？很冷、啊，我怕受不了。我喜欢冬天，我喜欢冷的地方，我喜欢。好了，那我又变回讲粤语了，对不起啊。好了，阿老鱼翅就话啦，喺牛头角经常听到佢唱歌噶，吓点解嘅？唔知点解喎？系咪喺 Danny Summer 喺牛头角 busking 咧？唔知哦，佢系咪喺牛头角嗰边住噶以前？真係唔知喎，等我得閒去由牛頭角窩下先，我都喺附近嘅。好啊，誒又見到 Maggie 先 ，Maggie 入到嚟啦 ，Hello Maggie 你好，哇好耐冇見啊，係啊，多謝你啊，最近天氣凍啊，記得著多件衫啊，大家嚇、，Maggie 都係啊，好啦、啊，咁我哋嚟呢一首咧，多謝興哥嘅點唱啊，帶嚟咧明天會更好，咁啊寄予大家明天會更好啊，生活美滿，身體健康。轻轻吵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过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在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去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传载的消息。雨伞白雪飘零，
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凝固，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他昨日的忧愁打着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轻轻吵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过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心灵的乐章，伸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多谢大家带嚟，亦都多谢兴哥嘅点唱带嚟，明天会更好啊！送晒俾我哋成个 JP 团队嘅所有嘅听众如痴伴，同埋我哋 JP 团队嘅，多谢你嘅点唱。冇错，祝你愿望成真啊！明天会更好，一定一定。咁我哋头先唱紧嘅歌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好多朋友入咗嚟啦，亦都多谢大家咧带嚟嘅 Super Chat 支持啊！咁啊，多谢吉哥吉吉啊，多谢你。亦都多謝 Mabel 姐，多謝姜明哥，多謝 Maggie， 多謝 Rainbow， 多謝德哥，多謝大家的 Super Chat 支持，亦都對我哋嘅直播裡面咧，好多謝大家的贊助，多謝大家的鼓勵啊！同埋咧，仲有 Vincent 哥，多謝 Vincent 哥，多謝大家。嗱，咁啊 ，Chan Kim Kwong 咧就話佢喺牛頭角隧道，咁啊，我知道個位置喺邊嘅，咁啊有機會就即係經過嗰頭咧，就落去裝下佢喺邊度先。哦，我知啦，牛頭角隧道咧。聽新唱歌。是不是一上去就是那些工廠大廈的嘛？是的，一邊就通工廠區的，一邊呢 就住宅那邊有一條路的，哎呀，我以前也有經過，我有段時間呢就是
即係做緊唱片嗰時咧，我咪話有段時間我喺牛頭角觀塘嗰邊做嘢嘅，做翻譯嘅。咁我就成日都行去嗰條隧道嗰度嘅。但係嗰陣時咧，隧道咧好多人賣嘢嘅，賣遮啦，賣啲 underwear 啦。有個叔叔好笑，佢啲 underwear 咧，佢有個衫架咧晾起曬咁樣。我第一次去望嘅時候，我就以為手巾仔啊，唔係用嚟劈斜嘅，係咩？係啊，關門口鎮住啊，好多年前噶啦，而家唔知仲有冇啊？有時會賣啲嗰啲叫筷子啊，即係有啲嗰啲用品咯，毛巾啊，精品嘅類啊，係啦。不過而家好似應該冇啦。嗰個位係咪近紅桃道嗰邊啊？那個隧道那裡呢，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叫紅桃道、紅桃道就在觀塘，我就知道，不過但是紅桃道在哪裡正式就不知道，即有沒有駕車人士可以提供一下呢？我知道紅桃道成日塞車那條路就是了、是的、這個我都聽過是不是阿偉因為我以前上班試過在那裡想了解是不是那個位置咁應該都係噶啦，係我哋遲啲揾到就share俾你。所以佢頭先講話，可能就係 Danny Summer 喺嗰度附近有 busking 過，係咪咧？有機會，有機會撞下先。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睇到大家留言啦，好多謝大家嘅留言區裏面咧同我哋傾偈互動啊，多謝曬。咁啊，謝謝祝福啊，小林就話謝謝祝福，多謝大家嘅生日祝福。唔使係合唱咧就好配搭啊，多謝陳桂月啦，話我哋咧大家好夾啊，我哋合唱。咁啊，蘇國華亦都俾緊個生日祝福啊，小林啦，係啦，好啦，咁啊，不如咁我哋依個時間咧，我哋就邀請啦我哋另一位嘉賓入鏡頭啦，好嘛？係喎。咁就阿永高暫時嚟咗一陣啦，好嘛？咁亦都多謝 Maggie 嘅點唱啊！咁啊，我就唱住歌啦，咁你哋咧就換位咯喎。好啦，呢只咧啊，呢只歌我印象中係咪聽你唱過一兩次咧？应该都有的，是啊，这只都挺特别的。不过这只呢合唱来的，你知不知道？我就不识。永高，喂，不要走着，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只歌？哦，识了，识了。那不要走着，玩完这只。好了，跟永高一起合唱这首《无敌是爱》。好了，你玩过这只歌？是啊，我试下了。唔該曬永高，亦都多謝 Maggie 嘅點唱啊！多謝各位粵語朋友嘅點唱。嗯。哇！個音樂唔得，我哋換另一個版本嘅音樂先。咦？個音樂。好啦，就換一個音樂先，大家傾下偈先，睇個留言區先。好似我咁啊，潛咗水啊！是咩？唔系啊！呢个镜头前面噶，你点会潜水啊？阿小林咧就话红桃道一号咧就近丽业街，咁但系咧就唔知道。其实我唔知道街名噶。系啦，我都唔知道街名嗰度。你话嗰度有间麦当劳或者嗰度有间咩食嘢嗰啲，我会知道地标咯。好，呢度揾到啦。好，试一试呢个版本。好，我试下呢个版本先啦。多谢 Maggie 啊，第一个再靓啲嘅版本嘅音乐。嗯，这个稳阵啊。原来造自我困扰孤寂，是因心中找不出爱。原来造自我痛苦消极，因心结未解开。现在有你以爱心相待，但觉力量满心总在。现在有你寄托于心内，漆黑化做光彩。怀着爱心面对世界每个挑战，协力永不分开。遇上人有如波折，都不变改。用爱去战胜一切，那惧痛伤障碍，共你永远也相信无敌是爱。多谢 Maggie 嘅 Super Chat，Maggie 奶奶，多谢你啊！另一位 Maggie 入咗嚟，多谢你。若是人人取爱于心内，世间将会更加可爱。
相待，一生匆匆，光阴不再。但愿人人以爱心相待，驱走怨恨悲哀。联系着爱心，面对世界每个挑战，协力永不分开。遇上人又如波折，都不变改。用爱去战胜一切，那句涂上真爱，共你永远也相信无敌是爱。面对世界每个挑战，协力永不分开。遇上人又如波折，都不变改。用爱去战胜一切，那句涂上真爱，共你永远也相信无敌是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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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无敌是爱。多谢 Maggie 嘅点唱，多谢 Maggie 先带嚟许冠杰。引嚟嘅无敌是爱，亦都多谢永高，唔该晒。多谢大家。咁我哋咧就暂时有永高咧就要换一换位先，换一换位系啦。哇，好有新鲜感。你未听过啊？系呢只歌。呢只我有听过。几呢只歌嗰啲节奏嗰啲都几舒服喎，系啦。系啊，好开心。舒服系啊。咁啊，听到咧个人都醒神晒啊！多谢两位 Maggie 啊 ，Maggie 先同埋 Maggie 奶奶啊 ，Maggie 五你好，多谢你，多谢收睇，亦都多谢大家买嚟嘅 Super Chat 支持我哋嘅直播，多谢，非常感谢大家，好开心啊！多谢大家入咗嚟，咁啊，好啦，多谢你哋先，咁啊，仲有咧就系、是、系啦，大家都估到啦，呢、这个时间入嚟咧就系阿圆圆啊，终于咧就赶到过嚟嘅直播啦！头先喺直播里面同我哋见面啦，而家咧终于咧喺镜头面前咧就同我哋倾偈啦，圆圆、哦，欢迎，欢迎，欢迎。咁啊，戴翻个耳筒啊，咁啊，试一试讲嘢，听下啲声先，听下把靓声。系啦，讲下嘢先。Hello，Hello。系啦，好。OK， 你即瞄咗，瞄咗。好，嚟啦。好，而家嚟咗咯噃，好紧张哦，老师，对麦讲，对麦讲，老师，你好，大家好，好好好，好开心，头先嗰啲谜语好好玩啊，哇，真系想揼啊，你哋头先估唔估到噶？头先有一个好鬼肚饿嘅，真系好鬼肚饿系嘛 ？sorry 啊，好似引你。嗰個食肉開始嚟緊啦，係啊係啊，其實我好飽啊。佢講完之後，我就開始我諗，我今晚係咪應該要食宵夜咧？咁樣應該係要噶啦。平姐，多謝你嘅 Super Chat 支持啊！好啦，咁而家入嚟咧就係圓圓喺隻鏡頭前面啦。圓圓今晚帶咗咩歌俾大家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可以。咩歌名啊？唔係你照講啦，你死啦唔記得咗都可以對住鏡頭講嘅，因為你歸何處？因為真係唔好熟嗰啲歌，突然之間。哦，係啦。好，咁啊，將時間交俾你啦。係送俾大家聽。嗯，係咪一個問號嚟嘅咧？有心人就要聽，有心人就要聽清楚啦。我好中意高定低。係咁，好中意呢首歌咧，係因為我覺得嗰啲歌詞好有意思，一路唱會有啲感觸我對自己。新朋友有陈汉辉入咗嚟啦，而家时间咧就交俾圆圆啦，送俾大家妹姐嘅《情归何处》。夜有点凉，夜晚星将这漆黑天际再燃亮，你一声浪，逝去的歌风里。尽我的心肠，没有隐藏。
中向我孤身一个会流浪，无论怎样到了天边海角，还是会有我的方向，此起一场最眼的相见，相识相爱更时尚，还是感谢有过一刻将我燃亮，这个情归何处？嗯，听个歌名都知有料啊！佢在寻找可意会的胸膛，爱在何方？佢话佢非常稀罕。你哋咁合拍嘅，非常稀罕都一齐讲，仲我嘅心声啊！仲要系识咗十年咯，有嘛？有嘛？有前后就有啦，系啦系啦。系啦，所以系啦，希望咧大家咧就多啲支持我哋嘅直播啊！咁我入翻去个平台里面望一望大家嘅留言区先。诶，你嗰个手机咧睇留言喎。好啦，多谢兴哥，多谢姜明哥，多谢 Mabel 姐，多谢大家嘅 Super Chat 支持。咁啊，亦都咧多谢大家嘅收睇，多谢平姐啊，新加坡嘅平姐。好啦，咁啊，见到阿宝珠姐入咗嚟喎。哇，宝珠姐咁夜嘅今晚，系啦，有啲夜喎。好啦，咁啊，错过咗好多好好笑、好精彩嘅时间啦。不过睇翻重播啦，一样咁开心噶。系啦，欢迎宝珠姐、权哥。系啦，欢迎你哋。跟住咧就睇下先啦。咁啊，阿圆圆啊 ，Mabel 姐就呢个老师，我想点咧妹姐嘅心债啊，唔该晒。我有冇唱过今晚？琴晚唱咗，今晚未唱。好，圆圆咩啊？你想讲？哦，冇啊，我想问圆圆唱呢只歌系有啲咩？即系令有咩感觉令你拣呢只歌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曾妹姐都好多朋友好多人支持佢，但系佢内心都会有啲寂寞，系啦系啦，空虚、就好似我而家咁。哇，你好犀利喎！我怀疑你睇一套戏啊，即系你可能系咪、啊、可能女仔完全 trailer 都冇睇。系啊，可能女仔同女仔咧，真系更加了解女仔嘅心事。即系佢讲咗阿妹姐，即系呢只歌，其实呢只歌咧就同套戏都有啲关系。不过我就卖个关子，就唔讲系咩关系。咁咧，咁啊，咦？喺我講緊呢只歌嘅時候咧，咁啊，老師又預備好另一隻歌，梅艷芳妹姐嘅歌喎。係啊，咁、我見到頭先阿圓圓唱嘅時候，好多朋友仔都俾咗掌聲啊 ，Sam 哥啊，阿 Ringo 啊，阿 Kenny Lai 啊，大家都俾咗好多掌聲圓圓啊。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就多謝 Mabel 姐喺
这个时间呢都入了来我们的直播，快点快点好回啊，多谢你的点唱，那就带来呢妹姐的心债啊，多谢你。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哦，宝珠姐话，因为今日咧细仔过大礼啊，咁咧同同亲家食咗晚饭翻屋企啦，所以夜咗，恭喜晒！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多谢 Mabel 姐，多谢你的点唱，带来妹姐的心债，希望你喜欢，也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哋今晚好似带咗好多妹姐嘅歌，勾起好多嘅回忆，好似变成梅艳芳之夜啊！咁啊，令都希望大家咧听得开心啊！嗱，大家听得开心之余咧，记得帮我哋赞好直播喎，吓，多谢你哋。咁头先咧喺唱紧歌嘅时候咧，多谢 Vincent 哥，多谢 WSC， 多谢郑太，多谢 Mabel 姐嘅支持，多谢大家嘅大力支持，我哋呢一个心债。咁啊～哦 ，Maggie 就话啦，宝珠姐，我今日身体都麻麻地啊，工作咧嘅时候咧仲整亲只脚趾公啊，痛到晕啊。哎呀，咁啊会唔会系揼到啊？可能揼到啊。系啊，咁啊要搽啲药油咧，即系舒缓下佢，即系按摩膏都好有用嘅。诶，起疗肚啦，我最兴嘅冬青油起疗肚。系啦。咁啊，或者可能即系不过我试过咧，我见过我有个朋友啊，揼亲脚趾公咧，初初冇乜嘢，点知过两日咧个脚趾甲咧就变黑咗。咁啊，跟住只腳甲咧，可能就衝咗血啦。咁啊，結果咧，咁啊幾恐怖嘅喎，唔係嚇你嚇。佢咧就睇即係因為咧佢個腳趾公咧，好似佢積咗啲淤血之後咧，就好似啲離開咗咁樣嘅。哦，係啊，係啊，甩咗嘅。原來咧係要咧要揾診所揾個醫生啦，幫佢咧放咗啲淤血出嚟。嗯。咁個嗰個淤血走咗之後咧，嗰只腳趾甲咧會貼翻落啲肉嗰度嘅。哦，即係就可以黐翻埋嘅。係啊，不過希望唔好咁嚴重啊！希望 Maggie 咧就即係唔係頭先所講嗰個情況。不過揼親十指痛歸心啊嘛，腳都係㗎。係啊，所以咧咩情況都好快啲，好快。係啊，咁啊希望繼續小心啲啊，工作都要小心啊。咁啊，仲有咧就係有陣時可能即係大家工作忙起上嚟嘅時候咧，都可能忽略咗啊。咁可能即係拎嘢嘅時候啊，或者行路嘅時候都要小心啲。係啦，尤其是而家呢天氣咧，即係乍暖還寒啊，大家記得咧即係。不是乍暖還寒的了，其實都開始凍的了，記得真的要穿件外套，大家如果氣管好像我這樣弱弱地的都要戴一件
即係披肩啊，係啦。咦，你學生嚟嘅喎，真係。係啦，好乖啊，係啊。但係點解我哋嘅 difference 咁大嘅？係啦，你係短袖，我中袖，佢長袖，仲要有件披肩喎，係。即係唔聽話。即係四季都喺曬我哋直播裡面啦，係啦。我係秋天，你係夏天，佢係冬天咯，係啦。我今日真係有拉褸嘅，好彩有擺喺度啫。如果唔係，就真係水洗都唔清，見到喺呢度咁啊。喺後面。係啦。咁我睇下先啦，睇下留言先啦。Maggie 就話啦：，原來係俾只羊整親啊，係咪啊？哇，咁大件事！拉仙姨入咗嚟，拉仙姨你好啊！我幫你食咗佢，好只羊。係啊，佢話好大煲啊，或者佢話就喺冷房俾只羊整親啊！我嗰個可能揼親或者夾，因為嗰啲雪凍咗冷藏嗰啲好似嚿鐵咁實噶嘛，揼親好好痛啊！但係譬如話，但係咧我覺得有個牌子嘅波鞋咧，個鞋頭都幾實淨嘅，就係 A 字頭嗰個啦。你中意嗰個牌子啊？係我中意嗰個。大家都應該阿迪達斯啊！哦，十個靚仔九個著阿迪達斯，係呢個係啦，阿迪達斯啦，係啦。嗱，原來咧有分嘅喎，有分咧布頭啦，同埋咧西瓜頭。我琴日先知，原來某一個款呢個西瓜頭就係個鞋頭咧有啲坑紋喺度嘅，同埋撳落去好硬身咧，嗰啲係都幾薄護到腳趾㗎。嗯，硬身啲嘅。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如果平時普通嗰啲即係阿迪達斯嘅波鞋咧，有啲咧個鞋面咧係阿迪達斯啊，佢就比較淋身啲嘅，係啊。但我中意呢個牌子係因為咧佢唔會跣到我攤攤腰啊，落雨啊、哦、或者即係喺啲濕嘅地方行路咧唔會跣腳咯。咁啊真係幾好喎、啊、呢、這個、但係嗰把刀咧就唔係好得嘅，嗰把刀。不過就奈何嗰把刀嘅形狀咧，嗰啲鞋款係靚嘅。咁啊，阿月婉啊，中意邊個牌子啊？你中意把刀啊，定係咩啊？定係三塊葉啊？佢有三個嘅喎、哦。哦，唔係，佢問你中意耐克定中意阿迪達斯？嚇、啊！愛迪達定耐克？嗰鞋啊？你中意 Nike 定係 Adidas 啊？個牌子。我唔 Nike 啊。即係唔Nike嘅。佢中意 Adidas 嘅係嘛？我從來唔 Nike。我從來都點解咧？因為中意 A 多啲啊。因為你對住個麥，對住 A for Adidas 啊 ，A for Adidas 哦，原來中意 A for Adidas， 原來係咁樣噶。哦，終於都理解啦，啲眉目開始出嚟啦。係啊，因為佢哋眉目存緊情啊。啊，因為我哋講到真嘅一樣咁嘅。中意 A 係咯。哦 ，A for Adidas 係啦，即係好似中意 Anita 咁咯。係啊，喂，即係顛覆咗我讀書 A for Apple 咁樣。A for Adidas 係啊。哎，咁我知道啊，圓圓應該唔止帶住一隻歌喎，係咪啊？係啊，咁啊，不如我就趁我哋即係喺呢個就嚟關播嘅十零分鐘之內，不如就揀定啲嘢歌啦，好唔好啊？好啊，首歌叫做《原來有愛》，嗯，咁係譚嘉怡嘅，咁係啱啱上個星期啊，偉文哥哥。文仔、啊，文仔王子啊，唉，文仔王子，佢暫時都未見到西克，不過啊，我見鳳兒姐都有喺度嘅，咁、嗯、希望佢知道我會唱，咁如果佢冇入嚟咧，佢就阿王子咧睇翻重播啦，啊，因為王子要翻工啊，係啊，王子，好，馬上送俾大家呢首係咩啊？原來有愛。夜已深，世界开始换过焦点，流泪了，注满海中沉淀。露台下，你眼睛总会有星闪，来赠我最美好的遇见。Thank you.
哦，呢只歌咧，我好似之前喺一套劇集度睇過喎。係啊，《河魔的》。河魔的，第二集係咪啊？係第二集。哦 ，OK， 咁啊，好似都好新喎，呢只歌好似兩年左右係咪啊？一年幾？一年幾啊？應該都係。係啊，不如你再介紹下我歌名啊。原來有愛。嗯，譚嘉怡嘅。咁你有未啊？原來有咯，係咪啊？呢度都充滿咗愛啦！識答我善唔到你喎，你成日都善我，好鬼嘢，好鬼嘢，好嘢！你又弊啦，跟住啦，唔好有血案發生啊！你哋唔好打交啊！我坐喺中間，我好受罪嘅，知唔知啊？我即刻勸開你哋兩個先。哎呀，如果唔係點算啊？好啦，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啊。咁啊，頭先就見到咩叫話？哎呀，被得一隻羊咧，但另一隻羊咧衝落嚟啊！咦？點解嘅？唔通你行山？佢俾只羊撞亲咯。咁我真系二二五零啊。可能佢即系嗰啲雪柜货摆咗一只一只跌落嚟，可能就咁跌咗一只俾佢，跌咗落嚟。哇！咁呢啲都幾牙煙喎，因為雪到冰曬噶嘛。係啊，好似一件武器咁樣。係啊。咁唯有真係要下次即係打開個雪櫃的時候咧，睇清楚或者真係要小心定，即係有定預備嘅弓架咧，係擋住佢哋先啊，係啊，希望快啲好翻啊！頭先咧，我見到原來我問嗰個問題咧，阿 Raymond Show 都答咗啦，就係《河魔的》啊，咁啊，《河魔的》嘅主題曲，咁啊，亦都多謝阿 D 撈嘅超級留言貼紙啦，係啦，多謝 D 撈，多謝 WSC， 咁啊，鐘哥咧就話。都是最喜歡的圓圓上來的，那是最喜歡的圓圓，同意就說圓圓上來呢，就是即是今晚的高潮，那我先走了，好了好了，拜拜，我們好，你繼續，我們先走，好，拜拜，去吃宵夜了，搞定吃牛雜，喂，這樣搞圓圓，他會不會不開心，整蠱，過後圓圓自己開個直播給 Anthony 看就行了，不是，給鐘哥和 Anthony 看，是，那其實看到圓圓來到直播，都即融入到，其實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是啊，他有融入不到嗎？唔係，即係驚佢用。你講錯嘢啦！一陣間你會發生打鬥啊！點知我喺度幫你，佢把刀捅我，融入唔到啊！嗱，咁樣即刻融入翻啊！係啦，圓圓出現咧，大家非常之開心啊！阿肥亮哥哥話：係啊，多謝肥亮哥哥。Sam 哥都拍曬手掌啊！嘉玲啦，圓圓加油努力啊！多謝。係啦 ，Wingo 都話：圓圓加油。系啦，好啊，继续睇下先啊。咁啊，肥龙哥话老师真系咧，哎呀，唔好意思讲，咪快啲讲你自己吓。老师真系名师出高徒，个个唱歌咁好听啊，尤其是梗系老师唱歌系最好听嗰个啦。咁啊，谦谦嘅老师啊，突然之间，唔系即系唔好意思讲啊。虽然系事实，但系自己把口讲出嚟咧，就惊俾人误会啊嘛。系啊，你哋咧喺我侧边咧，其实你都要协助我咧，帮我读留言嘅。系啊，咁啊，即系嗰啲令到我又唔可以唔谦虚啊嘛，系咪先？你一讲啦，有时哇呢个破坏晒个形象。系啊系啊，真唔得。系啊，多謝你哋啊！好啦，多謝 Mabel 姐嘅利是支持，多謝你嘅 Super Chat， 多謝 Mabel 姐。系啦，咁見到 Fresh 頭都入咗嚟啦。系啊 ，Fresh 頭，你好，你好。咁啊，亦都多謝美國 Kissing You 咧，都帶嚟呢一個 Super Chat 支持，多謝你哋。咁啊，另外有隻歌咧，我咧就上兩個直播咧，琴晚就還咗一首，今晚咧就還埋下一首啦，就呢一首。嗯，好啊。哦，兩個字歌手嗰只。我需要一個有中式古典嘅背景啊，喂！大家唔知管古都係咩歌啦？中式嘅背景啊。咦，我咁老又係中國人，咪啱曬咯。咁唔關老唔老事嘅、哦。古老嘅中式背景啊嘛。咁好。多謝小林，多謝小林嘅支持讚賞啊！我有個鼓啊，應該都得嘅。你嘅我唔要你嗰、那個。我係好大下嘅喎、啊。夠唔夠中式、啊？我未到去，未去到。系啦，咁啊，可能大家睇到快过我哋，我好啊，呢个好啊，好啦，带嚟咧就系都系姓彭噶，彭玲嘅《隔世情》啊，多谢 Vincent 哥嘅早两个直播嘅点唱啊。哇！騰騰第一個估中喎，咁叻仔嘅。呢套我都有睇過。佢估中呢個歌啊！
夜天空冷的风吹过一片的浮云，云聚云又散，原是分隔又再走近，不知不觉已成困，来让不可思议的也发生在今夜，望清这痴心女人、啊、红是杯酒我心口，浅过一片哀或愁，怀念人渐瘦，拥着你足够，当天空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会教人难受，让思念转身走，还有从花开花飞一梦中，心伤心碎却未冻，只因知你至情仍是和我相同。一首歌，一阙诗，千世百世都传颂，望山川谁又不哥哥入咗嚟，多谢 Peter 哥哥嘅收睇，亦都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多谢德哥，多谢嘉明哥，多谢 Vincent 哥，多谢大家。红是杯酒，我心口，浅过一片哀或愁，怀念人渐瘦，拥着你足够。天空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会教人难受，让思念转身走，还有从花开花飞一梦中，心伤心碎却未冻，知你至情仍是和我相同。一首歌，一阙诗，千世百世都传颂，望山川谁又不心痛。一首歌，一阙诗，望山川谁又不心痛。带来了这个是聊斋的主题曲，隔世情，彭羚的歌， Vincent 哥哥的点唱，今晚是在这个周日的晚上送到大家的耳边直播里面。正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你说个人啊我怎么回答你 啊， 我怎么回答你啊，两样都是我刚才弹琵琶是吗？是啊，我以为你勾痕了，有琵琶声。是啊，我以为在吃琵琶，原来是弹琵琶。是啊，吃琵琶糕，弹琵琶。聊斋二都有，都是彭羚的。都是他啊？是什么歌啊？什么即歌咩名啊？我唔识啊，咪剧集王呢个系。哇，剧集王。唔系啊，因为我呢首歌中，我系中学第一首比赛歌头先嚟。哦，唔系你暴露年龄喎，机密嚟噶嘛？唔系小学咩？唔系幼稚园啊。哦，中学嚟噶原来。中学，咁我唱好旧嘅歌。你冯绮俊一嘅，冯绮俊一嘅，八十五岁都可以唱噶嘛？哦，咁又啱喎，又烧翻我度。系啊，你咯，都系一日都系你。好啊，咁啊，多谢大家。咁啊，聊斋我睇开嗰啲都冇着衫嗰啲都唔知道你哋讲紧。收你支咪先，唔、啊、想同你倾偈啊！睇埋都系呢啲咁嘅嘢。我睇开阿炮哥做聊斋嘅喎。系啊，好烦啊你个人。哎呀，好啦，多谢 Vincent 哥哥话正，多谢你啊。咁啊，我
因為之前唔識呢只歌啊，未聽過其實，咁啊惡補，惡補咗一兩日啦，咁就係啦，興美，多謝你，但係真係好聽，真係好聽，多謝你哋。見覺得唔似係嗰啲咧，一兩日就學嗰啲，完全唔似，未聽過其實，因為我冇睇過《聊齋》呢個呢套戲啊，呢個劇集啊，所以我唔知個《聊齋》個主題曲就係。隔世情我不知道、啊、不過彭玲當其時都幾當時得令㗎、幾當時得令㗎、就好像而家彭子嘉咁樣得啦，喂啊，讀留言啦、多謝興哥，多謝興哥，多謝 Mabel 姐，多謝德哥，多謝姜明哥，多謝 Peter 哥，多謝 Vincent 哥，多謝大家的 Super Chat 支持，咁啊，多謝你哋每一位。啊，搞到老師招架唔住添。係咯、啊，你成日咁樣，我又唔知點樣讚，即係你咁讚我，我梗係開心，但係我好難俾反應噶嘛。好啦，咁啊，大家都係互相祝福啦。咁亦都阿 Vivian Show 就話咧，嗰陣時每次睇《聊齋》都一定聽到嘅一首歌，就係啱啱嗰首嘅《隔世情》。係啦、啊，咁另外有首彭羚嘅歌咧，我聽我都好中意喎。咁我不如我想帶多首彭羚嘅歌俾大家，唔知道你哋識唔識唱？圓圓咧，識唔識彭羚啲歌噶？多唔多佢啲歌中意啊？一啲啲啦，一啲啲。咁呢只歌咧，呢只歌睇下先，調皮啲嘅。咁耐都未見到佢嘅，點解？係啊。咁啊，調皮啲嘅，得意啲嘅。調皮啲。我唔知唔係好多個字啊，睇下先。究竟係咩歌？要調皮啲咧？可能是很多隻字的、那個、很多字的歌名那個。好啦，咁你按緊歌，你又復述花寶珠之後，你哇老師好叻啊！聽一兩日就咁好聽咁正。老師唱彭羚嘅歌特別好聽，聽出耳由回味無窮啊！邊個講㗎？寶珠姐啊！啊，你啲語氣都幾似好。哎呀，老師唱彭羚嘅歌真係特別好聽啊！黐線㗎你真係。好啦。呢只想送俾大家，給我愛過的男孩們啊，係啊！哇，圓圓好興奮喎，係咪唱慣咗俾你愛過嘅男孩聽啊？小玩意都係其中一首中意嘅，但係呢一首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給我愛過的男孩們有冇聽過啊？我有。嗯。戴上鑽石。细说我们愿意，这刹那看着这小玩意，衷心跟过去说谢谢，不让你知，这个故事引致有个女孩哪怕大志，赶快道别同志，然后趁青春好好恋爱一次。自此爱过数次，有过段段日事，亦有一些灿烂处，似本恋爱杂志，但是总算还可以回味那默默旧事，在暗中治愈我倾慕过的、牵挂过的、伤害过的、挣扎过的，紧将这首歌献上给我，从前每个男孩如盛放的花朵，想象过的、得到过的、等待过的、失去过的，祝我幸福快乐，也期盼每一个都好像我。是啊，Maggie 话系啊，听过啦，后期啲嘅呢只歌系啊。嘉怡入咗嚟，嘉怡你好啊，范子健你好啊 ，Hello 子健，多谢 George， 多谢大家。当作过渡也好，趁最爱还未到。到处爱爱吧，我不信月老，好不好？试过了，日后都是贵宝。当作锻炼也好，爱错也能日后上诉。恋爱若没难度，甜蜜与温馨都不稀奇得到。至少爱过数次，有过段段日事，亦有一些灿烂处，似本恋爱杂志，闲事总算还可以回味那默默旧事，在暗中治愈我倾慕过的。
过的，伤害过的，挣扎过的，敢将这首歌献上给我，重拾每个男孩和盛放的花朵，想象过的，得到过的，等待过的，失去过的，祝我幸福快乐，也期盼每一个都好像我。那不愉快的，不算差的，不后悔的，不结果的，敢将这首歌向每一个男孩致意，从前陪着我一样傻，不实际的，不见光的，不便说的，不记得的，祝我幸福快乐，我爱过每一个，请保佑我。给我爱过的男孩们，一首好开心、好轻快嘅歌，系啦。咁啊，佢咧呢个歌好少女啊，唱得即系讲翻佢啲，可能系讲佢嗰啲回忆啊，系嘛，好有嗰种感觉。唔怪得你唱到毫无违和感啦。咩啊？原来就系少女咁样。我觉得呢首歌好难唱噶，我练即系之前 busking 我练咗好耐。吓，系。诶，有条傻仔练咗好耐都搞唔掂只歌，跟住今日老师一嘢 KO 咗只歌啦。真系嘅。系。老师真系哇，完全系令到我 enjoy 听你神级表演啊！今晚一会 loop 住听，多谢，下次到你唱。哇！哎，大件事啊！佢 busking 我哋练习嗰阵时咧，我哋乐队练习嗰阵时咧，俾我踩到佢体无完肤，跟住佢就而家应该好憎我啊！哎呀呀，你哋唔好闹交啦！我坐喺中间都好惨噶。冇闹交，咁我哋嗰啲互相俾评语咧，就系一个互相嘅推动力嚟。系啊，咁令到即系乐队都希望可以向前行啊嘛。嗯，咁所以你 BSB 咧都要努力，希望咧不久将来咧，如果我哋街头演出咧，即系比较即系或者个疫情比较放宽，或者可以真正有街头演出，也都希望你们的乐队 BSB 多些唱歌啦，送多些欢乐啦，给所有的喜欢音乐和喜欢你们的朋友啦。刚才老师就唱这个给我爱过的男孩们，究竟即有几个到啊？我不说你知道，我都说我很少的了，总之没有你们两个啦。老师是少女嘛，我有很多啫，你想着我笑的女人。我没想过那个对象几个，想紧几多个啫？因为里面咧，我爱过每一个嘛，咁可能系千万个，又或者系每一个，又或者系一个，又或者系零个，咁所以咧就冇知道嘅，唔知唔会话你知，一个形容词一个，哇！咁呢度几十个，边有咁多啦？呢只咁忙，有冇唱过之前？应该唔印象好似冇啊，真系唔觉有，系啊，我唔记得啦，好犀利，听紧 CD 咁啊，头先真系。我突然間諗起呢只歌，其實我好耐以前都好中意佢啲歌嘅，好耐啦。但係可能佢一段時間佢冇出唱片，佢冇再唱歌咧，咁我哋掉低咗啲歌啦。咁啊，充斥住其他歌手嘅歌，譬如話我中意聽啊王菲啊。咁同埋嗰個階段嘅彭羚咧，有啲王菲嘅 feeling 喺裏面。佢譬如佢拍 MV 啊，或者佢嗰啲動作，或者個 MV 嘅拍攝嘅手法咧，都好似王菲嗰啲。嗰啲嘅 style 咁樣啊，有同期嘅，有同期係啦，係啊，所以其實我都好中意佢，因為佢把聲真係好靚，佢啲歌亦都好難唱，我覺得，所以即係都係個挑戰嚟嘅，所以好多謝大家俾咗好多挑戰我嚟，隔世情啊，仿如隔世啊，不許眼兒再下雨啊，咁我呢啲歌我都即係好中意，即係聽過之後就覺得其實一首好值得去。表演用的歌或者是我們直播唱給大家聽的歌，是啊，他那些高難度都不少，即是囚鳥啊，讓我跟你走啊，這些都非常之不得了的歌。是啊，我下次試試唱囚鳥，我答應了大家很久，即囚鳥都未唱，但是即因為找不到，之前是找不到音樂嘛，所以呢就我找到了，不過呢就今天沒記得拿出來，所以呢就下次放在 iPad 裡面，我就唱一首囚鳥給大家聽，這個是彭羚其中一首他的代表作之一了。
咁啊，見到樂樂咧，大家同樂樂打招呼，樂樂入咗嚟啦，啱啱收工啊，四分鐘前。咁誒，樂樂，我哋都差唔多要關播啦。咁不過咧，多謝你咧，臨我哋關播前咧，都盡最大嘅努力、最後嘅努力咧，入嚟同我哋見面傾偈啦。多謝你。咁快啲睇翻我哋嘅重播啦。今晚咧就有嗰啲爛 get 王啊，嗰啲講笑話嗰啲咧，就有個就行咗出去，都係講笑話嗰個 Lemon 啦，係啦。跟住有一個又話，即係咩鬼係最即係最咩話胃肚餓啊？係啦，原來即係嗰啲，如果你睇翻你就知噶啦嚇。咁我都唔講咁多啦，係啦。陸續有你啊！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直播啦。咁啊，同埋多謝咧新加坡平姐帶嚟嘅 Super Chat 支持。咁咧就提提大家喎，嚟緊呢個星期四咧，我有工作，我有私人嘅活動啊，我亦都有啲工作要做啦。咁所以咧就星期四咧就會暫停一次直播嘅。禮拜六咧，我哋咧就會有個小型嘅聚會。咁所以咧就未報名嘅朋友啦，趕緊報名啦，因為咧我哋咧知道咧已經咧啲位置咧都已經差唔多滿啦。咁啊，最後的玫瑰係點唱定係咩嚟㗎？睇下先。阿 Maggie 點嘅《最後的玫瑰》，咁啊，整埋只《最後的玫瑰》啦，等大家有個美滿嘅晚上啦，好嘛？好啊，做送玫瑰花俾大家先。咁我哋咧就關播啦。咁啊，識唔識唱咧都唔緊要，最緊要咧大家咧留喺個平台裡面同我哋一齊見面啦。咁啊，打個字先。咁同埋咧，記得大家入咗嚟未贊好嘅就贊好我哋啊，一次得㗎啦，贊好。系啦，咁啊，記得贊好之餘咧，就算關咗播咧，都仍然可以分享我哋個直播噶噃。冇錯，咁啊喺呢度咧，再借呢一首歌唱之前咧，就多謝今晚我哋出咗鏡頭前面嘅每一位嘉賓啦，有圓圓、永高、寶寶、老師，仲有一位。好似啊，真系好啦，好啦，咁啊呢一只歌咧，好啊，老师酬了等待很久啊 ，Vincent， 咁我下次直播送翻呢一首歌俾你哋。好啦，咁啊带嚟呢一首咧，《最后的玫瑰》咧就成为我哋今晚咧关播嘅歌曲啊。咁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喜欢，多谢大家今晚咧陪我哋咧欢到呢一个周日嘅晚上啊，迎接嚟紧呢一个星期嘅开始啊。昨夜那份美可会找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留住快乐往昔往事，想起往日一切，我总说愿留住。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到告别了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离炸聚，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多谢大家的玫瑰花，多谢乐乐，多谢 Maggie， 多谢大家。昨夜那段梦可会记得住，昨夜那份爱失去像涟漪，还到告别了
的笑容，今天再度将我轻轻关注。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嚟炸聚，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忧虑，当天快乐一生都记起。问这快乐为何来去如飞，像那天上白云炸嚟炸聚，是那深深关注又似不经意，信可伸向永恒，谁知有尽时。你的关注眼神会令我惊喜，就算一天风雨也能让我笑着避。你的一抹笑容能去心中，大家好多玫瑰花填充了我们今晚这个直播的尾声，也都多谢大家的支持，多谢你的掌声，多谢你的心心，多谢你的花花，多谢大家的留言，也都多谢所有的新朋友，也都多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我们分享，多谢大家的赞好，也都多谢呢拎着士巴拿的管理员，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晚就上欠啦 ，Kino 哥哥冇入到嚟啊，系咪？系啊，咁啊，希望咧佢冇乜嘢事，冇乜事啦，系啦。咁亦都多谢大家收睇啊，咁啊，再一次衷心多谢所有收睇紧嘅直播朋友啊，咁同埋希望咧啊 ，Mabel 姐同埋啊 Maggie 咧快啲好翻啊，咁啊，同埋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咁亦都希望咧，远远多啲上嚟我哋嘅直播啦。今晚咧就卒之都讲得切咧，就喺我哋嘅直播嘅后段咧就出现喺我哋嘅镜头前面啦。咁啊，永高俾我哋入埋镜头同大家 say goodbye 啊，好嘛？好啦，咁啊喺呢度咧，多谢你哋每一位嘅朋友仔，咁啊非常衷心多谢你哋支持我哋成个团队 JP Channel 啊！咁我哋咧就数五四三二一咧就晚安噶啦，准备五四三二一，咪住！汪玉娃话礼拜六有咩活动？哦，咁啊，请打98071798。了解详情，拜拜。拜拜。睇清楚你哋有冇咪住先。